们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MOTO 的活动现场传出来的。我们接下来这一场活动呢，再过一分钟，最后的一分钟 MOTO 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那非常开心呢，从台湾来到新加坡的 IT Show， 跟所有新加坡的朋友们来见面。我们这边呢带了一些小礼物要送给现场所有等一下参加活动的朋友们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我们 MOTO 最新最棒最厉害，非常漂亮，非常有质感，而且它是一支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我们的 Moto Z 了。那依然在我们 Moto 的活动现场呢，我们的舞台时间呢，也有呢我们 Special 的 Discount 要来回馈给大家了。到底这一场有什么样的优惠组合，邀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来到 IT Show 呢，要用非常优惠的价格带走 Moto 商品的朋友们，邀请你们赶快移动脚步来到我们活动现场喽。这场活动倒数最后的十秒钟 Moto 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喽。拍啊拍啊！你们拍的，在录了吗？在，录很久了。Hello， 现场所有新加坡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了，我们 MOTO 的这一场活动现在要正式开始了。我是台湾来的主持人杜可威 AV， 那非常开心呢，来到我们新加坡的 IT Show， 跟所有新加坡的朋友们来见面。那呢，来到这边我有一个任务呢，就是要好好的跟你们来介绍哦，我们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我们的 MOTO Z 了。在活动的一开始呢，可不可以借起你们的双手，借你们的掌声，那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由台湾来的 MOTO 小天使来我们展示一下我们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 Moto Z， 耶！哇，好的，大家看到呢，我们 Moto 小天使手上所展示给大家的呢，就是我们 Moto Z 了。它是呢全世界最轻最轻最轻最薄最薄最薄的手机哦。来，可以看一下哦，我们是5.5寸的大小，哦，重量非常的轻，只有136公克，厚度只有5.19 millimeter， 它比哪一个品牌的手机还要轻还要薄呢？比苹果咬一口的手机还要轻薄了30%哦，好不好？来，现场没有朋友们想要拿拿看的，可以拿拿看没有关系，但是记得要还我哦，好不好？好，我们是全世界最轻薄的手机，我们的 Moto Z， 比苹果咬一口的手机还要轻薄了30%哦，是现在呢目前市面上全世界里面最轻最薄的手机，5.5寸的大小，136公克，厚度只有5.19 millimeter， 好不好？非常漂亮，非常的轻薄。好，讲到这边呢，主持人这边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了。来，现场新加坡的朋友们，谁可以告诉我，我们的 Moto Z 是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请问它比苹果咬一口的手机轻薄了多少？哦，一个举手，一个告诉我答案，我该怎么选择呢？来，没关系，主持人非常的公平公正，剪刀石头布会嘛，来准备了，剪刀石头布，耶！来，恭喜。好，紧接着还有什么样的功能呢？现场非常多位帅哥朋友，对不对？来，帅哥朋友们，你们有时候会不会把手机放在哪里？放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会不会？当你把手机放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的时候，会担心什么？你可能坐下来或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手机会怎么样？弯曲，对不对？那我们的 Moto Z 呢，我们是航太铝合金打造的，所以非常非常的坚固，绝对不会弯曲，好不好？绝对不会弯曲哦。那么为什么跟大家特别介绍这个材质？只要任何的材质听到航太科技，就知道一定非常的坚固。为什么？因为太空梭去到外太空可不可以坏掉？不可以坏掉哦，很重要，要坏掉怎么办？没有人修，好不好？所以我们是航太铝合金所打造，非常的坚固，绝对不会弯曲跟变形的状况产生了。好，紧接着还有什么呢？接下来想要拿礼物的朋友们，我们就比谁举手举得快了，好不好？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当你们一开始买到一只新的手机回家的时候，你在使用在操作上是不是觉得非常的顺手，反应非常的快速，非常的灵敏，都不会转圈圈，对吗？可是呢，当你用了一段时间，下载了非常多的 APP 之后，你的手机开始会怎么样？好像没有那么快咯，因为等个1秒钟、2秒钟咯，开启程式的时候好像有点慢慢的，对不对？来，现场新加坡的朋友们，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困扰，觉得非常非常的忧郁，非常非常的生气的朋友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再举手就有礼物了，好吧？可能新加坡的朋友们还不习惯台湾主持人的主持风格，只要我说举手就赶快，好不好？礼物就会飞过去，赶快告诉我答案，然后就礼物就会飞过去了，好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要再把礼物搬回台湾了，好不好？来到这边就是要通通送给大家。来，刚刚有讲的这一些状况，在我们的 Moto Z 的身上不会发生。为什么？我们采用的是安卓的原生态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预装的系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呢，你们里面的资料非常的安全之外，你们在下载非常多的 app 之后，它依然反应速度非常的快速，非常的灵敏哦。这不用呢有等待的时间哦，非常的流畅。我们使用给大家的晶片都非常的好，这是我们的 Moto Z。接下来还有什么？如果现场有喜欢拍照、喜欢储存资料的朋友们，手机的这个记忆卡可以扩充到多大，也是你们参考考虑的一个范围，对不对？哦，那么我们的 Moto Z 的记忆卡，它可以扩充到2TB。扩充到 2TB 哦，好不好？容量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喜欢拍照、喜欢录影、喜欢拍摄影片的朋友们，放心，你们所有的资料，我们的 Moto Z 通通都可以放得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我们还是一支双卡双待手机，而且是4+3G 的双卡双待手机哦。为什么要特别跟他讲这个？如果现场有朋友们想要买双卡双待手机，要特别注意这个规格，因为外面有很多双卡双待的手机，它是4+2G。什么意思呢？4+2G就是呢，我一定要两张卡在这个手机里面。当这一张卡，第一张卡在使用、在接电话啦、在看简讯、看讯息的时候，其实另外这一张卡是没有办法运作的，你的电话跟讯息是进不来的。所以你们要选择4+3G， 4+3G 你两张卡都可以同时的来做一个运作，非常的流畅。除此之外，你任何重要的讯息、简讯、电话，通通都不会漏接，通通都不会漏失掉，好不好？哦，所以呢，我们的 Moto Z 给大家的是4+3G。的双卡双待手机了，紧接着还有什么？我觉得我们 Moto 真的非常的贴心，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在使用手机生活里面可以更加的顺手、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便利，所以我们还研发了什么？我们的 Moto 智慧手势、智慧手势的一个功能，什么意思呢？来，我们手机里面最简单、最简单，我们要开启手电筒功能就好了。你们怎么开？首先呢，要先解锁进去，对不对？到了主画面开始找手电筒，然后找到了按下去才会亮，对不对？来，紧接着我们 Moto Z 不需要智慧手势功能哦，不需要按任何的按键，只要一只手摇一摇手电筒，自然就会打开了。来，请我们 Moto 小天使来做示范。好，这样子噔噔就开了，怎么关？一样摇两下就可以关了。好，这个时候你们可能有个问题说，主持人，但是手电筒这个功能一年365天，我能用到两天已经了不起了，对不对？刚好停电的那两天哦，怎么办？能不能开启其他的功能？当然没有问题。可不可以开启相机功能？一样可以，不需要按任何的按键了，好不好？只要一只手单手摇一摇，相机功能就可以打开了。有没有看到左右摇一摇？刚刚手电筒上下，相机左右摇，而且很厉害，多厉害！你第一次摇的时候，它开的是后镜头，再摇一次变成前镜头哦，好不好？所以呢，不需要按到任何的按键，这代表着什么？我们居然手机可以摇一摇，反应这么灵敏，这么锐利，代表什么？我们所使用的里面的晶片是这个感应的程度是非常灵敏、非常高的，甚至我手只要挥过去，你的时钟就会直接跑出来，完全都不需要再按任何的按键，非常方便大家生活上面来做一个使用。好，既然打开了相机功能，我相信现场很多朋友们就想要知道，那到底 Moto Z 的照相功能强不强大？像我们两个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每天都要拍美美的照片上传到 Facebook， 然后呢拍一张照片就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修图，有没有？要怕粉丝跑光光，要修图修得漂亮，好累哦。来，我们 Moto Z 的照相功能非常的厉害。首先，我们拥有1600万像素的照相功能之外呢，还有 f1.8 的大光圈，还有什么双色温的闪光灯。然后，所以双色温的闪光灯可以让你拍起来的照片非常的柔和哦。那温度呢，那个整个颜色的感觉非常的漂亮，就不需要再花一个小时时间修图了，好不好？哦，所以呢，我们照相功能很强大。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在选手机的时候，是外形、重量、它的反应速度、它的功能、照相功能强不强大？我相信还有一件事情是你们在买手机的时候会考虑到的，什么？就是电池续航力的问题，对不对？不然我们拿一只手机还要带1、2、3个行动电源出门，好重哦，对不对？好辛苦。来，
我们的 Moto Z 里面还有一个极速快充的功能，极速快充的功能只要充电15分钟就可以使用7个小时，只要充电15分钟就可以使用7个小时，所以以后赶着出门的时候还会想说，哈，什么，我的手机只有 50% 的电量，再充一下好了，然后又开始接惨了，我上班快迟到了哦，或者是要带很多的行动电源出门，所以我们只要充电15分钟就可以来使用7个小时。好，讲到这边又要送礼物给大家了，好不好？一样看谁举手举得快哦，除了告诉我答案之外还要举手哦，不然呢没有举手我会想说你们只是来看我们两位台湾来的朋友，非常感谢大家，一点都不想要拿礼物。来准备了，来告诉我现场的朋友们，我们的 Moto Z 是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有个极速快充的功能，充电15分钟可以使用多少时间？一，来手手先碰，现场哇，一二三四，有8000万个同胞在现场，我要选哪一个？好为难，来比谁举手举得快，请小天使来选择，准备了，一二三。啊，为难对不对？为难对不对？好啊，小朋友，来充电15分钟可以使用几个小时？7个小时，恭喜！好的，讲到这边呢，我们又看到我们的 Moto E， 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功能非常强大，反应非常的灵敏，非常的快速，照相功能也非常的厉害。讲到这边看到它，你们是不是已经觉得非常的心动了？已经很喜欢很喜欢了，对不对？但是它最厉害的功能，我现在才要开始介绍，这是呢我们全世界目前一支呢可以呢别的品牌绝对做不到的，我们 Moto E 最厉害的功能，我现在才要开始介绍，它可以根据你们生活上面的需求随时随地来做变身，而且它变身非常的快，只要1秒钟就可以来做变身。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效果？来，有没有看到我们后面，我们后面有16个点点，有没有？我们有16个 pink， 也就是我们的电池接点，电池接点，所以呢它不需要关机就可以直接来做一个热插拔的动作，有没有16个点点？好好的，所以马上呢它可以随时随地来做变身咯。来，首先第一个变身之前问一下现场所有新加坡的朋友们，喜欢用手机听音乐的朋友们举手我看一下哦，很好，我知道了，新加坡换一个方式了，对不对？要跟台湾不一样的主持风格，喜欢用手机听音乐的朋友们不要举手哦，大家都喜欢用手机听音乐，好棒哦！好，那如果喜欢用手机听音乐，然后不戴耳机的状况下，在我们 IT 秀的现场，是不是觉得这个很多主持人拿着麦克风，声音非常的吵杂，环境音非常的多？那可能这个手机的音乐量可能不够大。我被绑在这边，绝对不可以过去，因为过去喇叭就会抗议，好不好？来，接下来马上第一个变身，噔噔，我们有非常多的模组，非常好玩的模组。来，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音响模组，给大家的呢是我们 JBL 的喇叭哦 ，JBL 的喇叭哦，所以它的整个声音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哦。来，马上要让你的手机瞬间变身成为一位超专业的音响，只要1秒钟，眼睛不可以眨，眼睛不可以眨，张大眼睛只是看清楚了，马上手机就要来变身成为超专业的音响，哇！只要轻轻一扣，立马你的手机就变成极度专业的音响。所以出门还需不需要再带这个蓝牙喇叭了？不需要了。而且我们 Moto 很贴心，多贴心，这样拿久的手会不会酸？会嘛，对不对？它最酸的。来，我们这边还做了一个手机架，噔噔，轻轻一推就可以放在桌子上。所以像全家大小出去野餐、出去露营，需要美妙的音乐，哇，提供给大家好朋友一起来分享的时候就非常实用，而且1秒钟就可以来做变身了，对不对？很厉害。来，紧接着呢，第二个变身是什么？问一下现场有没有这个专业的这个专业人士？有时候我们要不要跟客户、跟这个老板开会需要用到投影机，有没有？对不对？但是投影机我们又没有办法随时随地带着走，对不对？哦，那永远都只可以把客户啊、跟老板只会在公司的会议室开会，对不对？来，马上第二个模组就是我们的投影机模组，投影机模组哦。好，依然马上要让你的手机瞬间变身成为最专业的投影机，轻轻一扣，1秒钟的时间就立马做好了变身的动作了。开启之后有没有看到？哇，就可以成为一个投影机，而且旁边有一个小按钮，可以调整你们的清晰度、解析度，还有它的焦距。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最大放大到70寸，放大到70寸哦。那么拥有了这个模组旗下现场的朋友们，还需不需要花几万块钱买个50寸、60寸的液晶电视放在家里？不需要了，就可以在家里面欣赏了，非常棒的电影的效果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家里面有没有电视宝宝？喜欢看电视的宝宝叫电视宝宝。那呢，有没有手机宝宝？喜欢滑手机的小朋友叫手机宝宝。拜托，不要再让家里面的小朋友盯着电视荧幕、盯着手机荧幕看了非常伤眼睛。可以让他们看这样的一个投影荧幕哦，顺便可以帮保护他们的眼睛，好不好？所以一样，一秒钟你的手机就可以瞬间变成一台超厉害的投影机，最大可以投影到70寸。知识送给大家。好，紧接着还有什么呢？如果呢，很多商务人士或者是现场朋友们对于电池的需求量比较大的话，来，我们还有电池模组给大家哈，一样轻轻一扣，立马你的手机的电量可以多使用一天都没有问题哦。紧接着还有什么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因为我说我每次拍一张照片都要花一个小时修图这样子，所以呢，你们也不要去我的 Facebook 看到底本来跟照片是不是差很多。好了，马上跟大家来介绍我个人很喜欢的相机模组，超厉害的哦，我们给大家。镜头不是随随便便一般般的镜头，给大家是瑞典的哈苏镜头。如果你不是相机的专业玩家，对这个品牌可能有点陌生，但是我只要讲一件事情，你们就会知道这个镜头到底有多厉害。人类登陆月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拍的第一张照片就是使用哈苏镜头，好不好？所以这是受到美国政府大大的认可哦。登陆月球这么重要的事情，一定要非常厉害的镜头才可以拍摄下来，好不好？人类登陆月球所拍的第一张照片就是使用哈苏镜头。除此之外呢，它的闪光灯也很重要，等一下好好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来，重点是依然马上一秒钟就让你们的手机变身成为超专业的微单眼相机。一样轻轻一扣，一秒钟的时间，你的手机马上变身成为超厉害的微单眼相机。使用哈苏镜头，所以它有10倍的光学变焦，闪光灯也很重要。为什么也很厉害？来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有没有看过夜景？都有看过夜景，对不对？哇，在这个这么浪漫的气氛、这么漂亮的夜景之下，会不会想要把它拍下来？但是通常都拍失败，对不对？因为我如果不开闪光灯，夜景是拍进去的，但是人的脸会怎么样？搞不清楚旁边这个女朋友到底是第几任的，对不对啊？那么如果开了闪光灯之后呢，人的脸是拍得清楚，但后面的夜景怎么样？就不见了，对不对？来，只要使用我们这个相机模组，好不好？搭配上我们非常厉害的闪光灯，可以让你把人拍得清楚之外，夜景通通都可以带回家，好不好？美好的回忆、美好的纪念，通通都可以带回家。在我们的 IT 秀里面的有一个 demo 机，我们现场去到实地拍摄给大家看，所以想要呢看一看到底能不能把夜景拍得清楚、拍得美丽、拍得漂亮的朋友们，都可以到我们摊位等一下好好的来看一下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我们还有非常多套、非常多的衣服、被盖，一样一秒钟就可以随时来做一个更换了。那我们 Moto 呢之后还会持续的研发出更多、更有趣、更好玩的模组给大家，像是我们。现在也即将要推出的是 VR 眼镜的模组哦。接下来还有什么？听说我们还要即将研发出列表机的模组哦，印表机的模组哦。新加坡是这样讲吗？印表机还是打印机？打印机的模组啊。接下来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游戏机的模组哦，好不好？那我们呢？昨天刚刚在里面，我们小天使说，那有没有贩卖机的模组？也努力的研发当中，好不好？所以重点是要有拥有这么多有趣好玩的模组，重点要先拥有什么？的 Moto Z 的，好不好？之后想要怎么做变化，通通都可以。那这一次我们 Moto 为了应应我们的 IP 秀，我们所有的模组现在呢都有 15% 的这个折扣给大家，好不好？都有 15% 的这个折扣给大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接下来马上又到了要跟大家玩游戏的时间了，好不好？所以只要呢上来玩游戏呢，就可以呢来把我的礼物带回家了。但是呢玩游戏有道具，所以马上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等一下玩游戏的道具了。我们 Moto Xbox 这一只手机，2100万画素的照相功能，电池使用时间更长，一样有智慧 Moto 智慧手势的功能，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睁大眼睛了，它是目前唯一一只，全世界里面唯一一只荧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好不好？荧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这个时候大家有可能会觉得说，主持人你是不是拿着一只假的 demo 机，这边怎么摔都不会，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法？我有感受到了。好啦，那
呢，马上呢，有没有请朋友呢帮我检查一下，它是不是一只真的手机？我们是荧幕绝对摔不坏，不是电脑啦。我们是绝对荧幕，因为呢，我们两个从台湾来，所以我们这个 IT 秀第一天才全新刚拆封的哦，全新刚拆封拿出来，本来还有一张膜，但是已经摔了三天，那张膜已经受不了了，好不好？所以我们把膜拿掉，是一只真的手机，好不好？下面是水泥地哦，我们现在是全世界唯一一只荧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好，接下来我要邀请了一位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上来摔摔看，我们的手机到底是不是真的全世界唯一一只荧幕摔不坏的手机，而且依然就可以把我们的礼物带回家了。来，想要玩游戏的举手，我看一下。等，哦，是不是？确定心甘情愿不是被强迫的？好，来，请上舞台来。好，那当然我知道新加坡人都非常的聪明，游戏如果太简单，一点挑战性都没有，你们一点都不想要玩，对不对？来，游戏进来以后就有游戏规则了。我们要让你来试试看这一只手机是不是真的荧幕摔不坏，所以等一下你要平平的这样子，然后超过你的身高。为什么要平平的？因为地上有一张从去年就贴到今天的贴纸。从去年贴到今天，好不好？所以等一下呢，丢下去的时候哦，手机的面积要盖到贴纸超过50%的面积才算挑战成功 ，OK 吗？了解吗？所以你要平平的，它的屏幕面积才会够大，才可以把它盖到哦，好不好？平常在家里你有练习吗？好，来准备喽，瞄准好了，瞄准好了，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就 Go， 加油！没有关系，我已经主持第四天了，有解决方案。来，现场的朋友们，你们他有没有过关？好，新加坡的人朋友真好，来恭喜你。来，刚刚这一位说没有过关的妹妹，要不要上来挑战一下？妹妹，漂亮的妹妹。来这边，好，一样哦，要可以超过你的身高，好不好？然后呢，记得哦，一定要盖过超过50%，好不好？来准备喽，加油！加油！加油！哎呦，来，现场的朋友们有没有过关？有，来恭喜新加坡的朋友们，真的 so sweet， 好不好？哦，所以呢，我们是呢目前全世界唯一一支荧幕，下面是水泥地哦，荧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好不好？哎，你他跌倒你会痛？他们讲，好可爱哦，好不好？荧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就是我们的 Moto X Force。好了，讲到这边呢，当然呢，我们两位呢从台湾来到我们新加坡的 IT 秀，所以呢，一开始 Moto 邀请我们来这边主持的时候，我有跟厂商建议说，我希望可以在我的舞台活动可以给我们新加坡的朋友们 special 的 discount 给大家，但是只有舞台活动才有，好不好？那呢，通常都只有一支的名额，一支的名额。那我也不知道我们的这个 Moto 的厂商会拿出什么样非常棒的产品给大家，好，所以如果说想要用非常优惠的价格带走 Moto 产品，会不会持续留在现场了？那我来找一下我们的经理，好不好？来，行销经理，突然里面这么多人，太干了吧？啊，行销经理，行销经理，有10个人包围着他。好，经理，经理，经理，噔噔噔。扣你年终奖金的时候了，快点！好啦，因为呢，我有跟经理说，就是我们两位要从台湾来到我们新加坡的 IT 秀，所以我希望经理在每一场我的活动里面，可以给大家 special 的 discount， 对吗？哦，所以经理有想好这一场活动要给大家什么了吗？没想好，你突然叫我都吓到我。没有，是不是？我不管，我不敢，来，赶快，我不管，反正有没有 DM， 有没有 DM， 给我们经理一张 DM。给我个发一下。对，所以他完全都是随机挑选的，因为每一场都要扣他的钱，好不好？不是啦，那个经理，因为我今天已经主持第四天了，对不对？后每场活动都有人在问我们的 Moto Z， 这个对吗？最新的，最刚出刚上市最新的手机，你们有想要 Moto Z 吗？最新的手机刚刚介绍了，可以不停的变换那一只哦，都一直没有拿出来哦，完全都没有哦，可以吗？这一只可以吗？还有，如果不可以，你可以再看别只啦，我只是建议而已。扣他员工可以吗？不行，我只是建议，好不好？就看你看现场的朋友。
员们，想不想要摸抽屉？你们要有反应，不然他一定不会拿出摸抽屉，因为是刚上市最新的，我刚刚才介绍完的那一只，好吧？你们要给他反应，对不对？来，朋友们，我们看我们新加坡朋友们的心声，好不好？心声，好不好？好不好？想不想要摸抽屉？想要的举手，我看一下。哦，把现场8000万个新加坡朋友们都想要摸最新的摸抽屉，可以吗？好，可以。好，那当然呢，我的舞台活动呢有 special 的 discount， 对不对？那我们摸抽屉原价是 999，那我们这一次 IT 秀有一个优惠价格是 A99，对不对？那呢，首先我先。要不要能送一些什么东西给我们现场的朋友？它里面都有送的。当然要多的啊，我们不要一样的。我的舞台活动时间呢，而且依照你小气的程度，你只会拿出一支出来而已。依照你小气的程度，你只会拿出一支出来而已。可以看一下。哎，这个颜色。哎，大家比较喜欢什么颜色多一点啊？哦 ，OK， 因为我们现在有个，我们现在这一款其实最近有一个 limited edition 是 rose gold， 男士、女士都可以用的。要不我让美女带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吧？因为我觉得拿一个 limited edition 拿出来给大家，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好吧？好。所以吗 ？Limited Edition 可以的，可没有没有，你可以我都可以，没有了。重点是他们都可以，他们要可以才可以，好不好？但是呢，我们舞台活动时间当然不能跟摊位里面一样嘛，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要不要给大家一些 special 的 discount， 好不好？首先你能送什么东西给他们？你的签名照啊，很值钱的，好不好？不是你这不是让我不好下台吗？你看没有人想要，你都挖洞给我跳，好不好？没关系，他们想要签名照，随时随地去我 Facebook 上面下载就可以了。来，给大家这一支是我们的玫瑰金，好不好？玫瑰金的颜色，这一支是不是玫瑰金的颜色？好了，那么。认真，经理，舞台活动，我们的这个非常特别的折扣给大家，好不好？首先能送什么给他们？只有一支是吧？我知道，以你小气的程度。那我放2支可以吗？好了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有没有玩那个 VR 游戏呢？就是戴眼镜啊、看戏啊、打游戏啊。我可以就是说，这个手机在这个折扣下下面呢，再送你们一个 VR Glass。这个市场价呢，大概是39到59块。不是经理，你是要送他们 VR 眼镜，还是要送他们 VR 的模组 ？VR 眼镜的模组，眼镜吗？眼镜吧。但是我们这是可以随时变身的模组，好不好？我们 VR 眼镜的模组也是全新刚上市的，毕业里面都还没有，好不好？全新的还是可以送，要配合摸抽屉呀，要配合摸抽屉。那个很贵嘛。真是的，每次都这样子，好，就送模组，因为模组都很贵，就送一个 VR 模组，可以了吗？扣你成功。来人，拿一个 VR 眼镜的模组来，噔噔，就这个模组哦 ，VR 眼镜的模组，所以一样一秒钟扣上去，立马就有 VR 眼镜的效果给大家了，好不好？那当然啦，除了我们这个最新还没有推出，订阅上面还没有推出，全新的即将要推出，好不好？那么当然还能送什么？还要送吗？对啊，对不对？比如说保固啊。如果送那个，我可能我明天就2块，好贵啊。要不这样吧，还没有卖，所以就是之后会推出。太烂了。那你想要什么吗？你说。眼镜，可以看 VR。你们要什么？跟他讲。我笑到了。没有，我觉得新加坡的辈们都很勾引，台语那种勾引，很老实，好不好？如果以我，泡一杯药啊，但还要再加，对，总会泡一杯不够，对不对？再加，泡一杯药，还
没等的，少整了哦，啊，那再够了吧？还要吗？哪一家？哇啊！你们那么多东西，要不我加一个 handbag 吧，就给你们放在里面。那个是摩托罗拉的，外面卖很贵的，70多块。好吧，拿给大家看一下先，好吧？好，一个小的泡车。摩托地的泡芙，你看我都会叫人拿的，我都不懂送什么。好，好不贵啊！送你啊！哎，可以，来来来，来谁要买手机送我？陪吃陪玩一个礼拜。好啦，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好，好 Power Band。我们给大家把是 999A99 的，对，价钱上最实际的嘛，好不好？价钱上能不能再少一点？再九块，再少一点，减九块。客户说减九块，我立刻减给你。没有说九块就好了。九块，我减九块给你。九块就好了。真的是减九块吗？没有，给你九块就好了。不行啦，你只给他九块，全部人都抢着要，然后他真的就被 fire 了，好不好？还要先贷款个50万出来，对不对？价钱上能不能再低一点，好不好？就我知道，只有一只，我知道。多，来来来来，要给一个比较有对你的身份有一点感觉的。九块很有感觉，长长久久嘛。我以为你会讲说依照他的身份，那只好卖大家1599。依照他的身份，好了，价钱上能不能再就你就打一下你的年终奖金有多少，可以给大家扣嘛？没有，我在算扣你们的，干嘛扣我自己的？我吃亏了。好了，不然这样子啦，好不好？我帮你省明年的预算，你明年就不要请他来。好，好，好，就这么说了。不要，明年不请你啊，就一台吧，就减100块，好吧？啊，因为减完100块了，我又明年的年终奖金应该也没多少了。而且没有啦，100块，因为手机利润真的很低，所以已经呢变成799，而且100块不是台币哦，好不好？100块不是台币，是新加坡币哦，好不好？所以799，那已经送了就通通就送给大家了，好不好？减了不用送吗？啊，没有没有，减了100块通通要送啊！前面已经送出去就没有了，再减100块好不好？只有一只好不好？来，想要的请举手。你们是一起的吗？耶、yeah ！好，这样就没了，没了，一只就没了。还有人想要吗？要。这样的组合还有人想要吗？要。哪有啊？有想要的举手，我看。你看我一直拼命拉扯他，有想要的举手，我看一下。有想要的举手，我看一下。要不要？好，没有。好，来来，哎、欸，这边去，你想要？真的吗？真的吗？你舍得我不请他吗？没有，你真的有想要吗？你真的有想要，我再帮你。经理，我的活动哎，最后一天了，再一支啊！我知道全新的手机，刚上市全新的手机，再一支，再一支，再一支就好了，再一支可以吗？拜托 ，please， 我给你我的签名照。真的？对对对。我要10张送给他。好，给你，我好像没有准备10张。最后一个了，没了。再一张，再一个，好不好？好，就这个，就这个。好 ，OK， 好，谢谢经理，谢谢。他快哭了。好啦，那我们这一场就没有了，还有什么？好了，那我们这一场活动呢就要休息一下了。我们下一场活动会在5点30分会再一次开始，但是我不知道，我等一下再继续嗷嗷经理，但我不知道他会拿出什么。但我等一下没空啊，不要找我。五点半，但摩托力真的是目前只有这一场才刚拿出来，又是刚上市最新的商品，不太有人会做这样的折扣，好不好？有想要找他，就请他去撒娇，好不好？好了，那我们现在场活动会在5点30分，欢迎你们5点30分的时候再回来我们摩托的活动现场，待会见，谢谢，拜拜。我们的 IT 秀
跟所有新加坡的朋友们来见面，也带了一些小礼物，等一下送给现场所有参加活动的好朋友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呢，就是等一下跟大家来介绍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我们的 Moto Z 要来介绍给所有新加坡的好朋友们啊，所以邀请你们赶快移动你们的脚步咯。接下来这场活动呢，倒数最后的十秒钟 Moto 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咯。好，各位现场所有新加坡的朋友们大家好。好了，我们摩托了这场活动现在要正式开始了。我是从台湾来的主持人杜可威 Amy。 那么今天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呢，就是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们摩托最新的一只手机，非常漂亮，非常有质感，而且它还是全世界最轻最轻最薄最薄的手机，我们的 Moto Z 啊。在活动的一开始呢，可不可以借请你们的小手手，借借你们的掌声，那么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于台湾的 Moto 小天使来我们展示呢我们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 Moto Z。 耶、好的，现在呢大家看到的呢，摩托小天使手上呢所展示给大家的就是呢我们这一场活动要介绍给大家的我们的 Moto Z 了。它是呢全世界最轻最轻最薄最薄的手机了。首先呢5.5寸的大小，重量很轻，只有136公克，厚度呢只有 5.19mm， 比哪一个品牌还要轻还要薄呢？比苹果咬一口的品牌还要轻薄了30%哦，好不好？来，现场没有朋友们想要拿拿看的，可以拿没有关系，但是要记得还我，好不好？我们 Moto Z 呢是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然后只有呢5.5寸，136克，而且厚度只有5.19mm， 比苹果咬一口的手机还要轻薄了30%，好不好？给大家拿看一下，它到底有多轻，有多薄。好，来，那谁想要拿来看的？它是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好，讲到这边呢，马上呢，主持人我就要送一些呢小礼物给大家，送一些小礼物给大家哦。来，现场哪一位朋友们可以告诉我，我们的 Moto Z 是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请问谁可以告诉我，它比苹果咬一口的手机轻薄了多少？多少？30%，没有错。好的，接下来还有什么呢？现场有非常多位呢，我们新加坡的帅哥朋友，对不对？来问一下我们现场所有的帅哥们，你们会不会把手机放在哪里？放在后面裤子的口袋？会不会把手机放在后面裤子的口袋？不会。那我把手机放在呢这个裤子后面的口袋的时候，你坐下来或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会不会担心手机怎么样？会弯曲，对不对？来，我们的 Moto Z 呢，我们的这个机身是用航太铝合金所打造的，听到航太两个字就知道这个材质非常非常的坚固，绝对不会弯曲的状况产生了。为什么？因为太空说飞到外太空可不可以坏掉？不可以坏掉哦。所以呢航太科技一定要非常的坚固，非常的耐用，而我们的 Moto Z 呢就是使用航太铝合金所打造的，所以绝对不会弯曲，非常的坚固，非常的耐用哦。好，接下来要再送礼物给大家了，我们要比谁举手举得快。来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刚买了一只新手机的时候，哇，回家使用的时候操作都非常的流畅，非常的顺手，反应速度非常的快，对不对？但是隔了一段时间我下载了非常多的 APP 之后，会不会开始发现你的手机好像开始变得有点慢慢的咯，反应不是那么的灵敏咯，按一个程式都要开个3秒钟才会打开哦。有这样的情况觉得心情非常非常郁闷的朋友们举个手我看一下。好，举手举很快，我刚刚看到这边举手举很快，来，是不是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我新加坡的朋友们还没有习惯台湾主持人的主持风格哦。如果说以后听到台湾的主持人就这样，他说举手就赶快举手，礼物就会飞过去了。赶快告诉我答案，赶快告诉我答案，礼物就会飞过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要再把礼物带回台湾了，好不好？好，紧接着还有什么了？大家刚刚有讲哦，就是你的新手机可能用下载了非常多的 app 之后就开始变慢，对不对？但是我们的 Moto Z
自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产生。为什么？我们里面所采用的是安卓的原生态系统。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预装的系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你里面的资料非常的安全。之外呢，你下载非常多的 app 之后，它的反应速度依然非常的快速，非常的敏锐给大家啊。除此之外还是什么？大家如果常常喜欢拍照片或是录影的朋友们，记忆卡的扩充有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我们的 Moto Z 呢，它可以扩充到2TB， 可以扩充到2TB 哦，好不好？所以呢，容量非常非常的够，我可以从 baby 的时候开始拍到18岁的照片，通通都可以放进去，没有问题。还有什么？我们还是一支4+3G 的双卡双待手机，4+3G 的双卡双待手机。如果现场有朋友们有考虑要买双卡双待手机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这个规格。为什么？因为外面有很多的双卡双待手机，但是它是4+2G。差别在哪里？如果你是使用4+2G 的哦，双卡双待两张电话卡在里面，对不对？当你一直在运行、在接电话、在看讯息的时候，其实另外这一张卡它是没有办法运作的，它的讯息跟简讯跟电话是进不来的。但是我们 Moto Z 是4+3G， 它可以让你们两张卡、两张电话卡各个都可以同时的来做一个运作，同时呢来做一个运行，所以你们重要的电话、重要的讯息、重要的简讯，通通都不会漏接掉，好不好？那讲到这边呢，我觉得我们 Moto 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心，我们希望呢可以呢让我们所有喜欢 Moto 的朋友们在生活上面可以更加的便利，使用起来可以更加的顺手。所以呢，我们还特别研发了一个叫做 Moto 智慧手势的功能。什么叫 Moto 智慧手势的功能？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很简单，如果你们的手机要打开非常简单手电筒的功能就好了。打开手电筒要怎么样？先解锁，对不对？然后呢再到主画面找手电筒，对不对？按下去才会亮，对不对？来，马上我们的 Moto 智慧手势功能通通不需要这么多的步骤，只要一只手就可以来开启手电筒的功能了。来，仔细看着我们 Moto 小天使做示范哦，睁大眼睛哦。哇，只要这样上下摇两下就打开了，那怎么关起来？对，好，你们好聪明，没错，再摇两下就可以关起来了。但是你们会不会有人告诉我说，主持人，这个手电筒的功能一年365天，我可能只会用到2天，刚好停电的那2天，对不对？很少用到啊，那怎么办呢？来，一样智慧手势，可不可以开启相机功能？一样可以，单只手摇一摇就可以开启相机功能了。来，请我们小天使来帮大家做示范，如何用我们 Moto 智慧手势功能来开启相机功能。哦，刚刚是上下开手电筒，左右开照相机，而且它很厉害，很聪明，在哪里？我第一次摇的时候，它开的是后镜头，再摇一次变成前镜头，好不好？如果可以做到这样的这个整个棒这么棒的一个模式，代表着什么？我们 Moto 里面所设置的晶片，它的感应度是非常非常的灵敏的，甚至我只要手稍一挥过去，它的时钟就跑出来了，所以它的整个接收的反应是非常非常的敏锐，非常非常的灵敏。我们的智慧手势功能，希望可以让你们生活更加的便利哦。那既然打开了照相机，哎，我相信你们接下来想要知道的就是到底 Moto Z 的拍照功能强不强大？像我们两个的工作啊，其中一份工作就是要拍美丽的照片上传到 Facebook， 对不对？但是一定要美丽，怕粉丝 fans 都跑光光，所以我们拍一张照片要花1小时修图，有没有？这个脸要尖一点啊，腿要细一点，很辛苦，对不对？所以拍照功能是不是很重要？拍得清楚、拍得美丽、拍得帅气、拍得漂亮，很重要，对不对？来 ，Moto Z 的照相功能，我们有1600万像素的拍照功能之外呢，还有 F1.8 的大光圈，还有双色温的闪光灯。好，所以它的拍照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哦，可以让你们怎么拍怎么漂亮，怎么拍怎么美丽，也不用跟我一样花1小时的时间做修图了。紧接着大家在购买手机，除了外形非常漂亮、时尚、轻薄、反应速度快、照相功能强大，还有一个东西你们一定非常的介意是什么？就是电池的续航力，对不对？不然我带一只手机它很耗电，我要带1颗、2颗、3颗的行动电源，好重哦，对不对？来，我们的 Moto Z 呢有极速快充的功能哦，充电15分钟就可以使用7个小时，充电15分钟就可以使用7个小时。所以平常如果赶着哇，赶快早上来不及了，要上班了，什么手机现在才够充了，充电了50%，那再充一下好了。然后呢，又赶快要迟到了，又
就充一下，不然就要再带行动电源出门，对不对？来，所以我们充电15分钟可以使用7个小时。来，讲到这边要再送个礼物给大家喽，一样比速度比举手举得快的哦，好不好？来，现场朋友们告诉我 ，Moto Z 有个极速快充功能，充电15分钟可以使用几个小时？哦，现场有这个8000万位的同胞想要礼物，来，手上放下来，数到3好不好？请小天使帮我选位，比赛谁举手举得快哦，来，准备喽，1、2、3。来，这位美女，7个小时，恭喜！来，后面的朋友们，可不可以往前面站一点？往前面站一点，美女往前面站一点。有车车要经过，有车车要经过，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哦。好，所以呢，我们 Moto C 呢有极速快充功能，使用充电15分钟就可以使用7个小时。好 ，Moto C 讲到这边，我们看到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功能非常的强大，外形非常的漂亮，拍照功能、充电功能都非常的厉害。讲到这边，你们是不是已经非常的心动，非常的？喜欢了，但是我们 Moto Z 呢跟别的品牌不一样，最强最厉害的地方现在才要开始做介绍哦。来，它可以呢根据你们生活上面不同的需求，随时随地变身哦，好不好？随时随地做变化哦。为什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来，有没有看到我们手机后面有16个 pink， 16个点点，有没有看到16个 pink？这里，这里，这里，然后这是我们的电子接点，电子接点，所以呢，它可热插拔，不需要关机，就可以随时来做一个变身了。首先，第一个变身，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现场没有朋友们喜欢用手机听音乐的举个手，我看一下。哦，喜欢用手机听音乐非常多的朋友们，但是如果在我们像我们 IP Show 的这个现场，环境音非常的多，非常的吵闹，哎，可能手机的声音不是那么大声，没有办法满足到你们的需求，对不对？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先听一下手机原本的声音。好，首先要做第一个变身，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呢，我们 Moto Z 有各式各样的模组。第一个模组就是我们的音箱模组，给大家的是 JBL 的喇叭。JBL 的喇叭，所以呢，它的整个音质音感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棒。来，睁大眼睛，不可以眨眼哦，因为变身速度非常的快哦，只要1秒钟，让你的手机立马变身成为超专业的立体声音响。好，轻轻一扣，1秒钟，你的手机就变身成为超专业的音响喽。好，那我们 Moto 很贴心，多贴心，这样拿久了手会不会酸？会嘛，它很酸，拿4天了。来，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手机架，打开来，哇，就可以放在桌子上，像全家大小出去野餐、郊游、露营，都可以非常轻松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音乐。那有电话进来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的免持听懂功能，它的通话也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晰，给大家我们的音箱模式。接下来还可以做什么样的变身呢？现场没有商务人士的朋友，有时候要不要跟客户、跟老板开会？开会的时候会用到投影机，它。最大最大最大可以放大到70寸，最大可以放大到70寸。请问有了投影机模组，家里面还要不要花个几万块钱买个50寸、60寸的液晶电视？不用咯。好，请问有了这个投影机模组，家里面有没有电视宝宝或手机宝宝，就是喜欢看电视、喜欢滑手机的小朋友？不要再让他们用直接用眼睛看着电视萤幕或手机萤幕了，非常伤害眼睛。但是可以让他们看这样的一个投影的一个画面的话，同时间也可以保护到、照顾到小朋友的眼睛。而且在家里面它可以投影到70寸，等来准备一个爆米花，准备一杯咖啡，在家里面，哎，一片大大的白色的墙就可以轻松的来观看电影院的一个效果了，是。是非常的棒啊！来，我们的投影机功能。紧接着还有什么？来，我相信如果现场有朋友们对于呢电池的需求量大大的提升，就像我一样走一个懒人的路线，可以尽量不带东西出门就不带东西出门。来，我们有我们的电池模组，电池模组轻轻一扣，1秒钟立马让你的手机电量使用时间马上增加1天的时间给大家。紧接着还有什么？我一开始有跟大家讲，我们两个有个工作就是要拍美美的照片，所以拍张照片要修图修1个小时，对不对？来，再跟大家介绍我非常喜欢的相机模组，1秒钟就可以让你们的手机变身成为超专业的微单眼相机。我们给大家的镜头非常非常的好，是瑞典的哈苏镜头。哦，通常这个品牌要专业的这个相机玩家才会知道，但是
呢，我只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就会知道这个品牌到底有多专业，到底有多厉害。人类登陆月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一定要拍个照做纪念一下。所以人类登陆月球所拍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哈苏镜头，好不好？人类登陆月球所拍的第一张照片哦，就是哈苏镜头了，好不好？所以给大家的镜头非常的厉害。好，紧接着马上要让你们的手机一秒钟瞬间变身成为超厉害、超专业的微单眼相机。哇，一样一秒钟轻轻一扣，立马就可以变身成为超专业的相机了。那么哈苏镜头它有十倍的光学变焦，我们还搭配了很厉害、很专业的闪光灯。为什么要特别介绍闪光灯？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有没有看过夜景的经验？有吗？夜景，哇，好浪漫，好漂亮哦！要不要把这么浪漫、这么美丽的这一个这个图片把它拍摄下来？要嘛，但是来夜景很难拍，对吗？如果说我想要拍夜景跟我的人，我如果不开闪光灯，夜景可以拍进去，但是人的脸会怎么样？非常非常的暗，对不对？回家看半天还不知道这是第几任的女朋友，对不对？那如果看了闪光灯，人的脸是亮的，但后面的夜景怎么样？就不见了啊！所以只要使用我们的哈苏镜头搭配我们非常专业的闪光灯，可以让你们把人拍得很清楚之外，夜景也可以通通带回家，通通拍进去哦。在我们摊位里面呢，我们有到现场帮大家实地的操作拍了一张照片，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看一看拍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因为给大家这个相机模组是非常专业、非常棒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它还有非常多的衣服、非常多种的被盖，可以根据你们的心情每天来做一个变换，一样一秒钟直接就可以来做一个更换了。还有什么？我们 Moto 呢持续会根据大众的需求来研发更多更有趣更好玩的模组，像是我们即将要推出，现在第一里面还没有，即将要推出的我们 VR 眼镜的模组。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列表机，新加坡是讲列表机、印表机还是打印机？打印机是吗？的模组哦。还有什么？还有游戏机的模组哦。那我们小天使还有写了意见说他想要来个贩卖机的模组，好不好？所以我们持续的呢，会呢不停的推出更多、更新、更好玩、更有趣的模组给大家。但是重点是，想要这么好玩的模组，一定要先拥有我们的 Moto Z 了，好不好？那我们这一次呢 ，Moto Z 所有的模组在我们 IT 秀了，现在呢都有 15% 的 discount 给大家， 15% 的 discount 给大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紧接着马上呢要跟大家来玩游戏时间了，好不好？那我这一场有准备了这个台湾来的。结果都拿到自己的签名照，我的签名照跟 mini 的签名照，还有小礼物要送给现场的朋友们。好，接下来玩游戏呢，一定要有道具了，所以紧接着我们要使用的道具也是我们 Moto 的手机，好不好？我们的 Xbox 很厉害哦，2100万画素的照相功能，电池使用时间更长了。一样有 Moto 智慧手势的功能之外，最重要之就是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支萤幕摔不坏的手机。萤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我就摔到今天第四天了，好不好？每一天每一场都要这样不停的摔，这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它是一只假的手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不是一只真的手机哦。假手机跟真手机一摸就知道了，整个质感不一样。因为我们两个是从台湾来的，第一天哦，新的哦，从箱子里面刚拆封打开哦，然后本来还有贴一张膜，但是已经摔了四天，那一张膜受不了了，萤幕还受得了，但那一张膜受不了了哦。所以呢是全新的手机，好不好？真的手机，还没人要检查看看的，奇迹呢，好不好？真的手机。好，接下来我想要邀请一位观众朋友们上来摔摔看，到底它是不是真的全世界唯一一只萤幕摔不坏的手机？那我也准备了礼物要送给这一位勇士，好不好？好，来，现在来征求一下，谁想要上来体验一下游戏的？来，这位帅哥是不是？来这边请。但是呢，来这，来请上来。你看我们多对我们产品多么有信心，还准备了个舞台，觉得不够高，对不对？来，但是呢，我知道新加坡的朋友们都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厉害，游戏太简单，没有挑战性，你们一定一点都不想要玩，对不对？来，所以呢，来玩游戏，首先呢，我们要平平的超过你的身高，然后呢，地上有一张从去年贴到现在的贴纸，好不好？所以呢，你要超过你的身高，然后瞄准它，瞄准它，然后呢，下去的时候呢，要盖过超过50%的面积，贴纸的面积要盖到50%的面积，好，所以你一定要平平的，这样才能尽量可以盖住它，好不好 ？OK 吗？了解了吗？好，试试看是不是？好，来准备喽，要瞄准喽，瞄准喽，好，
如果准备好了就 go。 来问一下现场粉，这样我们没有超过50%。有新加坡的朋友们好棒哦！来，你想要签名照还是想要礼物？他要签名照哎，好开心呐、啊！对，是我的签名照，杜可威。哎，他不要你的签名照。没有啦 ，mini 的 ，mini 的，来，再给你一张 mini 的签名照。好，好，恭喜。好，接下来还有没有谁想要挑战的？只是想要签名照还是想要礼物？好的，接下来呢，当然呢，我相信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 IT 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要看看呢有没有非常非常棒的这个 discount 给大家，对不对？那么我这一次呢 ，Moto 特别邀请我们两位从台湾来到我们的新加坡 IT 秀，我特别跟厂商争取说，我希望可以在我的舞台活动上面有别于摊位里面的 special 的 discount 给大家，但是只有舞台时间才有，好不好？所以想要用非常优惠的价格带走 Moto 产品。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因为是我特别要求他的，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会拿出什么样的产品出来，好不好？来，我们再找一下我们的长官了。所以现场呢，想要呢 special discount 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哦。经理 ，Moto 的行销经理，经理在干嘛？把妹是不是？躲着我是不是？好了好了，我知道你不非常不想要我 Q 你上来，但是我们就已经说好了，就是呢，我们两个特别从台湾来到新加坡，我希望在我的舞台时间可以给新加坡的朋友们一些非常非常非常棒的折扣，非常非常棒的这个 discount 给大家，要 special 的好不好？那呢，你这一场活动有准备了什么样的这一个组合给大家？我知道你上一场特别拿出最新的 Moto Z 的，好不好？那这一场你要拿出搬出什么样的优惠给大家？来，有现场有没有 DM？ 拿一张 DM 给经理看一下，拿一张 DM 给经理看一下。还是你们有想要什么？没有，我想问这次能扣你们工资吗？我刚刚已经扣很多了。没有，我已经一直说啦，你如果你这一次赔钱赔太多，明年可以不要找他来。省一个人的费用，你一定需要主持人嘛，对吗？对。好啦好啦，来经理看一下看一下，这一次大家你想要拿出哪一只手机？你们想要手机还是想要智慧手表？手机有手机也有手表，到底要手机还是手表？哦，美女说美。美女说手机就手机是不是？哎呀，美女说手机啊，那我看一下啊。要不这个吧 ，X。没关系，您说了算了，扣你的薪水。好，所以呢，请这个我们帮我们拿一下我们的 S style， S style。那个 S style， 先就听美女话。这只 S style， 好。不一样 ，S Force 就是我刚刚玩游戏的那一只，对，那 S Style 是另外一只，对，我马上，哎，好来，拿出来，我们经理特别拿出来这一只，我们的 S Style 好不好？那它特别的地方到的哦，所以每一只手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哦，因为那个纹路是不一样的。然后呢，竹子的背盖呢，你用的越久越坚固，用的越久越坚固。紧接着还有什么？它是5.7寸的 QHD 的荧幕，有立体的环绕声响之外呢，它的规格是3G 32G， 那记忆卡可以扩充到256G。紧接着可以看一下它的四个角，它的厚度都做得不一样。
四个角它的厚度做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可以呢让你们比较好掌握哦，非常符合人体工学，不会手机玩一玩咻不知道飞去哪里了哦。而且呢哇怎么它也有智慧手势的模式，赶快关起来好不好，一样摇一摇可以开启我们的手电筒好不好，摇一摇就可以关起来，所以一样左右摇就可以开启相机来拍张照先关起来啊，好啦，所以就这一支。那我们这一支 S Style 上面呢我们原价是 A99 A99， 那我们这一次 IT 秀也做了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是 499 499。那当然舞台上一定是不只是这样的规格对不对？对好不好，经理来，首先呢我们先看能不能送一些东西给大家，就舞台活动，我知道依照你小气的程度只有一支，只有一个名额，所以要多送一点，因为你只会拿出一支出来啊，因为舞台上我知道都没有，因为手机的利润就很低，舞台上都没有赚钱好不好，就一支一支，那多送一点好不好，多送一点，看你，对啊，看你要多送什么啊，送一些礼物给大家，这样舞台上才是 special 的 discount 嘛，对不对？好，要想一下先吧，要不送一下我们 10kmh 的 power bank 嘛，好吧，可以吗？没有，你送什么我都收啊，对不对？对不对？不要说我不要这个，我要那个，他送什么都收，收完之后再跟他要，好不好？对不对？ power bank power bank 好啊好啊，但是经理，我有手机有 power bank 要怎么充电？是吧是吧，很有道理啊，我有手机也有 power bank， 总要有一个可以手机里面送一条那个 USB cable 啊，你用那条充就好了，那是手机里面的啊，但是我要送的有手机跟 power bank 中间是不是还要送一个什么东西他们才可以一起充啊？是单卡不是双卡？对不起了，明天不想见了，再送多一条那个 USB cable 好不好，就是说它有那个可以充 iPhone 可以充 Android 还有可以充最新的手机那个 NFC 的，可以吗？我不要它，我因为我刚才 在解决帅哥的问题，我没在听，没说什么就好我没听到你说什么就好，没有没有，好啦，所以送什么好 OK 三个亿的充电线很棒，它有三个接头对不对，可以充手机又可以充 power bank 又可以充别的对不对，好，那这样够，这样够吗？你们要给我反应啊，不然他永远都觉得这样就够了，这样够吗？对不对？从台湾飞到这里来，这样哪里够？我不管嘛，你薪水比我多嘛。还有什么可以送大家？还有什么可以送大家？有充电宝，有线。我再送你们一个包包吧，好吧，就平时方便拿来拿去，这是我们摩托罗拉的品牌，平时卖也要79块。好，我们拿一个 Moto 的这个小手包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小 pouch 给大家看一下，质感非常的好，所以要全部装起来，好贴心哦，好不好？对不对？送了 power bank 线还有包包，全部装起来，对不对？收，那你们觉得这样够吗？这样够吗？你们都没有反应，他就觉得够，一直很想绕跑，一直抓着他。你们觉得这样够吗？没有啦，都说是 special 的 discount， special 的 discount， 对不对？我觉得要让大家实用一点，实用一点，价钱上，价钱上嘛，对不对？对啊，那价钱上能不能再帮大家便宜一点？我们不要低验上面那个价钱嘛，不是价钱上，也就送这么多了，价钱上，我知道只有一支，只有一个名额哦，好不好？只有一支，价钱上能不能再少一点？你上次是多少？我不好意思自己讲啦，好不好？我怕你扣我薪水，你自己讲，你自己讲。这样子，就要不就一台吧，好不好？就一台名额。那我剪了，是不是不用送那些？要。哦还要送的。不是，礼物已经送出去了，没有收回来的道理，好不好？这样女朋友会跑掉，好不好？礼物送，那已经送出去了。我是说，送了这些东西，能不能在价钱上比较实惠嘛？对不对？价钱上能不能再有一些 discount 这样子？你自己，我知道手机利润很低了，送这些你已经那个了，但是价钱上再少，能少一点就少一点嘛，对不对？好吧，好吧，让我算一下先啊。一台。
送以上这三个赠品，因为这三个赠品加起来都有200块了快，然后价格再放到459可以吗？就一台，就一台啊，不要再坑我了。没有，就您说了算嘛，对不对？我也不好意思凹你太多，不然我明年不能来了怎么办？对不对？好不好？您就在，对不对？好不好？我怕凹你太多，那个你们再也劝不到我了，好不好？好，459，459再全部就送这些东西，只有我们舞台活动才有，后里面就没有了，里面就是499的价格，好不好？只有一台，只有一台，好不好？来问一下现场朋友们，有没有谁想要？只有一台 ，only one， 没有。先我们先搞定 style， 那一台我不清楚，好不好？来 ，only one， 只有一台。来，现场的朋友们有兴趣的、哦，好了，这你先给我，这三千给我，你先下去休息。谢谢经理，好不好？来，我们的 S style 2100万画素，3G 32G 可以扩缩到256G， 5.7寸我们 QHD 的荧幕，立体环绕声响之外呢，后面是竹子所打造的，所以每一只手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只，好不好？一样有智慧手势的功能，智慧手势的功能，我开启了相机，关起来，好不好？智慧手势的功能之外呢，来我们四个角都是不一样的厚度，不一样的大小，所以是非常符合人体工学，让你掌握起来非常的稳定，非常的稳固，而且非常的好拿，好不好？原价是 A99 现在我们刚刚经理给大家呢459的价格，再送给大家我们的 Power Band 3-in-1的充电线，还有一个小的 Pouch 包，小的 Pouch 包，来只有这一支，只有这一支，好不好？来最后只有舞台活动才有，好，来我要倒数最后10秒钟了，最后不然我拿着这一支，你拿着这一张啊！如果有人想要，你就好不好？好，最后倒数10秒钟，我们就要结束这个活动，下去就没有了，只有这一支手机，好不好？来，10、9、8、7、6，只有这一支手机哦，我们的 S style， 好不好？5、4、3G 32G 可以扩充到256G，好不好？现在原价 A99 现在只要459啊！送我们的 Power Bank 3-in-1的充电线，还有个小的 Pouch 包，好不好？好不好？只有舞台活动这一支 Only One 只有一支的名额，好不好？原价 A99 现在只要呢459。来，最后5秒钟，5、4，结束了就没有了。那个我没有办法决定，这一场活动就是这一支啊！来，5、4、3，只有一个名额哦。有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先拿着我们的单子，好不好？来，3、2、1，好，来，谢谢，被经理赚到了。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那我们这一场活动呢，就要暂时休息一下了。我们下一场活动会在7点钟。那呢，因为我的活动的 special discount 呢，都是我们经理特别拿出来给大家，我不知道他到底会拿出什么东西出来，好不好啊？所以呢，有喜欢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了。我们下一场活动7点钟的时候再见了，谢谢大家的甜酸语，我们待会再见，拜拜。接下来呢，问一下现场有非常多新加坡的帅哥朋友，对不对？来问一下现场所有的帅哥们，你们有没有可能会把手机放在哪里？放在呢裤子后面的口袋里面，会不会？会不会呢？男生朋友们会把手机放在裤子后面的口袋，这个时候当你坐下来或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会担心什么？手机会不会弯曲，对不对？会不会弯曲？那呢，我们的 Moto Z 呢，采用的是航太铝合金所打造的，所以非常非常的坚固，非常非常的耐用，绝对不会有变形弯曲的一个状况产生了。我们是航太科技所打造的哦。为什么呢？只要听到航太两个字，就知道它是一定非常的坚固，非常的耐用。因为呢，太空说飞到外太空可不可以坏掉？不可以坏掉哦，所以呢，我们的 Moto Z 呢是航太铝合金所打造的，非常的坚固，非常的耐用。接下来又到了要送礼物给大家的时间了。接下来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比谁举手举得最快了，好不好？但是你们可以靠近我一点吗？因为我麦克风有限，没有办法接近你们。来，想要拿礼物的朋友们，赶快移动脚步来到前面啊！来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在使用手机有没有一种状况出现？就是如果有车车来了，往前面开一点，有车车来了。注意安全。
找不下去。好，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一个状况，就是呢，哇，我新买的手机的时候呢，哇，刚使用了，速度非常的快，反应非常的灵敏，效率非常的好，对不对？但是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下载了非常多的 app 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你的手机开始怎么样，变得慢，比较慢一点了，对不对？反应已经没有那么灵敏了，看个程式还要等个两秒钟，觉得这样子心情很不好，很忧郁的朋友们举个手，我看一下。举手就有礼物了，好不好？就是这样子。相信现场新加坡的朋友们还不习惯台湾主持人的主持风格啊、哦。主持人只要说举手，就赶快举手，礼物就这样飞过去了。为什么？因为呢，我不想要再把礼物带回台湾了，好不好？紧接着还有什么呢？哦，因为呢，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呢，我在我们的 Mosul 自己的身上不会发生哦。为什么？我们使用的是安卓的原生态系统。安卓原生态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预装的系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你们里面的资料非常的安全之外，你只要之后再下载非常多的 app 的时候，那依然反应速度非常的快，非常的灵敏，非常的迅速流畅了。那么我相信现场的朋友们在购买手机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它的记忆卡到底可以扩充到多少的容量。尤其像我们两个的工作，除了像我工作呢一直在讲话之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不停的拍照嘛，对不对？那到底手机能不能储存非常多的照片呢？来，我们的 Motorola 的记忆卡它可以扩充到 2TB，可以扩充到 2TB 哦，所以它的容量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哦，所以不管你们有再多的照片、再多的影片，通通都可以怎么样放进去，没有问题的。同时间它还是一支呢4+3G 的双卡双待手机，4+3G 的双卡双待手机。如果现场有新加坡朋友们想要来购买双卡双待手机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这个规格。为什么？因为外面有很多双卡双待手机，它其实是4+2G。那差别在哪里呢？如果你使用的是4+2G 的双卡双待手机，当我一个门号在使用、在看讯息、在讲电话的时候，其实另外这一张卡它的讯息跟电话是进不来的。那么我们 Motorola Z 给大家是4+3G 的双卡双待手机，所以两张卡都可以同时的来做一个运作跟运行。所以呢，代表着什么？你们的重要的简讯啊、重要的讯息啊、重要的电话绝对不会漏失掉啊，哦，绝对不会没有接到。所以我们给大家的是4+3G 的双卡双带手机了。那讲到这边呢，我觉得我们 Motorola 真的非常的贴心，我们想要让所有的使用者在生活上面使用手机的时候可以更加的便利，更加的方便，所以我们还特别研发了我们的 Motorola 的智慧手势，智慧手势的一个功能。什么叫智慧手势？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很简单，你们现在的手机要打开最简单最简单，打开手电筒功能就好。要怎么样？要先解码，对不对？然后到主画面找手电筒，一按才会亮，对不对？来，马上邀请我们的 Moto 小天使来跟大家示范什么是 Moto 的智慧手势功能。不需要解码，不需要进入到主画面，只要单只手摇一摇，立马就可以开启手电筒的功能了。那怎么关起来？再摇两下，没有错，好聪明哦，新加坡的朋友们，没有错，摇两下就可以打开，摇两下就可以关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会不会有现场朋友们问主持人说，主持人，手电筒这个功能一年365天，我可能只会用到2天，对不对？停电的时候，既然可以开手电筒，可不可以开启相机？可以哦，好不好？来，邀请我们小天使来示范一下，用我们 Motorola 的智慧手势功能，如何单只手摇一摇就可以来开启我们的照相功能。好，有没有看到？刚刚上下摇是开手电筒，左右摇开启相机，而且它很聪明很厉害哦。第一次打开的时候是后镜头，再摇一次就变成前镜头哦。那么可以做到这么棒、这么方便的一个智慧手势功能，代表着什么？我们 Motorola 呢，这个 Motorola Z 呢，里面所使用的晶片的灵敏度是非常非常的高的，甚至我手只要一挥过去，立马时间就会跳出来给大家了哦。所以呢，可以方便到大家的生活上面的一个使用了。好，现在已经开启到我们的照相功能。我相信现场的朋友们开始想要知道，那我们 Motorola Z 的拍照功能、相机功能到底强不强大？像我刚刚有讲，我们两个人的工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拍照，对不对？而且呢，为了要拍照上传到 Facebook， 也怕呢粉丝 fans 通通跑光光，所以我们拍一张照片就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修图，很辛苦啊。来，我们 Motorola Z 的照相功能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厉害哦。首先，
它有1600万像素的拍照镜头之外呢 ，F1.8 的大光圈，还有什么双色温的闪光灯哦。所以呢，看你呢用这我们 Moto Z 来拍照呢，怎么拍都怎么清楚，怎么帅气，怎么美丽，怎么漂亮，好不好哦？所以呢，非常的厉害。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大家买手机会顾虑到什么？外形、重量，还有呢我们的功能，反应速度快不快？还有照相功能强不强大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什么？电池的续航力，对不对哦？所以呢 ，Moto D 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极速快充功能，只要充电15分钟就可以使用。7个小时，只要充电15分钟就可以使用7个小时，好不好？非常的厉害。所以以后如果赶着时间急着要上班的时候，然后什么，我的手机只有50%的电力怎么办？又快迟到了，再充一下好了，快迟到了再充一下，或者是出门要带很多颗的行动电源，好重哦。所以呢，用我们极速快充功能，只要15分钟就可以使用7个小时哦。来，接下来马上要送礼物给大家了，来，一样比谁举手举得最快，好不好？来，现场朋友们，哪一位朋友们可以告诉我 ，Moto Z的极速快充功能，充电15分钟可以使用多久的时间？来，手中先放下来，好不好？来，准备喽，1、2、3，来选一位，哪一位？紫色衣服，7个小时，7个小时，来，恭喜，恭喜！好，来，接下来呢，当然呢，我们 Moto D 现在介绍到这边，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比苹果咬一口轻薄了30%，整个反应非常的灵敏，功能非常的强大，照相功能怎么拍怎么帅怎么美，充电功能非常的厉害，充电15分钟可以使用7个小时。讲到这边，看到 Moto D， 你们是不是已经非常的喜欢，非常的心动了？但是它最最最厉害的功能，我现在才要开始做介绍，是别的品牌或现在外面任何的手机都没有办法做到的功能，好不好？来，接下来有没有看到我们手机后面有16个点点，有16个 pink， 也就是我们的电子接点。有没有看到后面有16个点点，电子接点哦？所以呢，它可热插拔，不需要关机就可以直接来跟我们的模组做一个结合了。所以马上它要根据大家生活里面的需求跟选择，随时随地一秒钟来做变身哦，好不好？来，第一个变身之前，问一下现场新加坡的朋友们，习惯喜欢用手机听音乐的朋友们举个手，我看一下。啊，很好，我知道新加坡要换另外一个方式了。来，现场喜欢用手机听音乐的朋友们不要举手啊！现场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用手机听音乐。好了，那但是在我们的 IT 秀的活动现场，是不是声音非常的嘈杂？哦，声音非常的吵闹。那手机的声音能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呢？我们先听听看手机原本的声音大小。好的，马上就要来做变身了，旁边的朋友们要不要靠近一点？因为它变身的速度非常的快速，只有1秒钟，眼睛千万不要眨，好不好？来，准备了，马上呢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音箱模组。那请我们小天使来示范如何让你的手机1秒钟瞬间变身成为超专业的立体声音响。哦，就这样子轻轻一扣，马上让你的手机瞬间变身成为超专业的立体声音响。好，因为我们给大家的是 JBL 的喇叭，好不好？那么我们 Moto 很贴心，有多贴心？请问这样一直拿着听音乐，手会不会酸？会，他手好酸，他已经拿4天了，小老鼠都快长出来了。来，这边呢还有一个手机架，轻轻一推开，哇，就可以放在桌上了。所以全家大小出去野餐啦、露营啦、跟好朋友分享音乐啦，轻轻的只要1秒钟就可以呢，让你的手机变身成为超专业的立体声音响了。好，接下来还有什么？现场有没有商务人士的朋友？如果是商务人士的朋友们，都有个经验，有时候跟客户开会、跟老板开会，会不会用到投影机？不会嘛？但是投影机，你有可能随时抱着一台投影机四处跑吗？不可能，所以永远都只可以把客户约到办公室的会议室，对不对？或是家里面想要看呢，哇，超大荧幕的电影的时候，要花几万块钱买50寸、60寸的液晶电视，好贵，好贵，好贵哦！来，怎么办呢？来，一样跟大家介绍第二个模组，是我们投影机模组，一样哦，睁大眼睛，1秒钟的时间，让你们的手机瞬间变身成为超厉害、超专业的投影机。好，那么
没有看到旁边有一个按键可以调整你们放大的大小的解析度、清晰度，还有我们焦距哦。它最大只有六十寸的液晶电视，不需要哦。那呢，如果家里面有电视宝宝或手机宝宝，就是喜欢看电视的小朋友或喜欢滑手机的小朋友，拜托不要再让小朋友直接对着电视荧幕或者是手机荧幕看，非常伤眼睛。那可以让他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投影的画面的话，也可以保护到小朋友的眼睛。那在家里面，你看它可以放大到七十寸哦。哇，买个爆米花，买个热拿铁咖啡，在家里面就可以非常开心的来欣赏这个电影的一个效果了。这就是我们的投影机模组，好不好？介绍给大家。紧接着，如果对于电池的使用量很大的朋友们，来，我们呢还有呢我们的电池模组，电池模组就是这样，一样一秒钟轻轻一扣，你的手机的电量马上就可以多使用一天都没有问题哦。那呢，接下来还有什么呢？模组非常的多哦。我刚刚有讲，我们两个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拍美丽的照片来 po Facebook， 对吗？那么通常拍一张照片要花一个小时修图，对吗？所以专业厉害的相机很重要了。跟大家介绍我们的相机模组，我们给大家的镜头不是随随便便哦，一般般的镜头，我们给大家的是瑞典的哈苏镜头。如果你们不是专业的这个相机玩家的话，可能对这个牌子有点陌生。我只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你们就会知道我们摸头给你们的镜头到底有多厉害了。因为呢，人类登陆月球很重要，对不对？人类登陆月球所拍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哈苏镜头，好不好？人类登陆月球所拍的第一张照片所使用的就是哈苏镜头哦。来，你要马上只要一秒钟的时间，要让你们的手机瞬间变身成为超专业的微单眼相机。好，一样这样轻轻一扣，一秒钟你的手机就变身成为超厉害的微单眼相机哦。那我们采用的是哈苏镜头，对不对？所以它有十倍的光学变焦，闪光灯也很重要。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讲闪光灯？现场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夜景？应该都有看到夜景，哇，夜景好漂亮哦，气氛好好，好美丽，好想把这些夜景带回家。但是我想要用手机拍下来，是不是很难？对不对？来，如果我想要呢，把人跟夜景拍在一起怎么办？不开闪光灯的时候，夜景拍进去了，但人会怎么样？暗暗的，对不对？看半天看不出来到底是谁，对不对？哦，来，如果我开了照这个闪光灯，人可以拍得清楚，但是后面的夜景怎么样？都不见了，好不好？所以使用我们的相机模组，我们的哈苏镜头搭配上非常厉害、非常专业的闪光灯，可以把你们把人拍得很清楚之外，后面的夜景也可以通通带回家。在我们的摊位里面呢，我们有帮大家到现场去测试拍了一张，所以呢，可以呢到里面来看一看，用我们摸抽地拍出来的夜景的效果是不是人跟夜景都可以很清楚的，偷偷把这么美好的回忆一起带回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被盖，还有非常多的衣服，一样一秒钟就可以来做一个变换跟选择，跟着你们的心情每天做不一样的变换。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我们摸头呢之后会根据大家的需求来研发出更多更有趣更好玩的一些模组，像是我们即将要推出的这个 DN 里面还没有，我们即将要推出的是 VR 眼镜的模组， VR 眼镜的模组还有什么？还有印表机，新加坡叫印表机吗？还叫打印机、列印机，好，打印机的模组还有什么？游戏机的模组还有什么？我们小天使台湾来的 Moto 小天使说他想要贩卖机的模组，好不好？之后呢，我们 Moto 呢会不停的根据大家的需求研发出许多更有趣更好玩的一些模组，可以让你们生活里面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趣。那么这一次模组的部分呢，在我们 IT Show 呢，全部的模组都有 15% 的 discount 给大家，15% 的 discount 给大家。好，紧接着还有什么呢？马上跟大家来进行游戏时间了，所以准备的礼物要送给大家了，好不好？那如何可以玩游戏呢？玩游戏要不要道具？要道具，对不对？来，我们的道具依然是我们的 Moto 手机做道具哦。跟大家来介绍，这一支是我们的 Moto 的 S Phone， 好不好？2100万画素的照相功能，电池使用时间更长了，一样有我们的 Moto 智慧手势的功能，好不好？最最最最最重要的，睁大你们的眼睛，它是目前全世界目前唯一一支荧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好不好？荧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好，讲到这边，会不会现场有朋友们觉得说它是一只假的手机？来，给请小天使找现场的朋友们帮我检查一下，因为我们两位是从台湾来的，
所以呢，在我们 IT 秀第一天刚拆封的全新的手机，刚拆封的哦。那本来他还有贴一张膜，对不对？但是因为摔了三天，那张膜受不了了，好不好？所以它是一只真的手机，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只萤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不用怕，不用怕，不用紧张，不用害怕，摔坏了我会请我的小天使负责，好不好？而且已经摔到第四天了，好不好？摔到第四天，萤幕绝对摔不坏的一个手机。好，接下来我想要邀请一位勇士上来亲自体验看看是不是真的萤幕摔不坏，所以我们来到了我们的游戏时间了。来，现场有谁想要上来体验看看的？我也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大家了，好不好？当然不行，这不能没有这样子摔的，我们是萤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来，有想要上来体验看看的吗？我们准备了游戏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来，帅哥这边请。好，没关系，先第一位来请上台。我们还帮忙准备了高度。那既然是游戏呢，当然就有游戏规则了，好不好？首先呢，你必须用平的方式高过你的头。然后呢，有没有看到地上有一张从去年贴到今天的贴纸？有看到那张贴纸吗？好，为什么要平平的呢？因为你等一下丢下去的同时，你的手机要盖到那张贴纸超过50%的面积，好，就可以把礼物带回家了，好不好？好不好？好，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手机，真的手机，假的手机一拿就知道了啦，好不好？我们是全新的一个只手机，好不好？来，记得瞄准目标，准备咯。好，准备好了就够咯。1、2、3，哎，这样有没有超过50？有，恭喜你。想要礼物还是想要我们两个的签名照？不要啊，我们不要签名照，签名照很好用哎，七月份很会辟邪。好了，现场刚刚这位美女也想要来挑战一下，对不对？来，请上台。游戏规则知道哦，平平的，因为这样子你下去萤幕的面积才会大，才可以盖到贴纸，可以超过你的身高，然后贴纸要超过50%的面积，好不好？来，可以应该往前一点哦。这样可能会丢在舞台上哦，要不要再往前一点？好，瞄准喽，准备喽！现场朋友们睁大眼睛，现在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只萤幕摔不坏的手机，好，有没有超过50%？有没有过关？有，新加坡的朋友们都好贴心哦。来，一样要问你，你想要礼物还是要签名照？又不要签名照，好了，恭喜，谢谢。哎，我们 mini 的签名照很好用哎，七月份真的贴在厕所很必须，一定要讲你的啊。好，讲到这边呢，当然我相信现场所有新加坡的朋友们来到 IT 秀，除了玩游戏拿礼物之外呢，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来看看我们 IT 秀最后一天有没有 special 的 discount， 对不对？所以呢，因为我这一次呢从台湾来到新加坡 ，Moto 邀请我们两位过来的时候，我都有特别跟 Moto 的这个长官说，我希望可以在舞台活动的时间，可以给参加我活动的好朋友们一些特别的、非常优惠的 discount 给大家。那已经是倒数第二场的活动了，所以马上呢，我要跟大家来介绍呢，我们这一场活动要给大家的 discount 了，好不好？来，首先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优惠呢，就是刚刚全世界目前唯一一支萤幕摔不坏的手机，我们的 Moto Xbox 刚刚萤幕摔不坏的这一只手机，来，我们原价是999，原价是999，在我们 IT 秀的活动现场呢，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是599，现在在舞台活动时间，给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是我们的499，好不好？除此之外，再送给大家多一年的保护，还有一年的意外保护，还有我们的 Power Bank 以及呢我们 JBL 的耳机，总共只有三台，好不好？刚刚那一只摔不坏的 Xbox， 上一场一直有人问我说有没有 Xbox， 上一场都没有啊，只有这一场才特别拿出来。刚刚这一只好不好？来，再借我一下那一只好不好？来，全世界目前唯一一只萤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好不好？原价999，现在的舞台活动给大家499，送了我们一年的保护，还有我们的 Power Bank 以及 JBL 的耳机，来，这样子一组499，来，总共只有三台，来，喜欢的朋友们，来，我们的 Xbox 的单子呢，来这边，好，单子，好，来，总共只有三台，还有谁喜欢 Xbox 的，好。总共只有三个名额，好，接下来第二组优惠没有，我要拿进去喽。全世界唯一一支
屏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摔第四天了，好不好？来，接下来有喜欢的朋友们可以举手，好不好？我们的 S Force， 好，紧接着第二个组合，来，刚刚我一直开始介绍的我们 Moto 最新的手机 Moto Z， 还记得吗？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新款的哦，最新的手机，我们的 Moto Z 有非常多组的模组，可以瞬间根据你们的需求一秒钟做变身，好不好？来，我们的 Moto Z 原价是 999，现在呢，我们在IT秀呢，给大家是899，舞台活动时间只要799，不需要这个，只要799，再送大家什么？一年的保修加一年的意外保固，以及 Power Bank， 还有我们三合一的充电线，还有一个小的 Pouch 包，非常有质感，我们 Moto。专业非常有质感非常漂亮的 Pouch 包，好不好？现在全部舞台活动介绍给大家的一样，总共只有三个名额，活动时间才有，来，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赶快举手。刚刚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支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我们的 Moto Z， 是我们 Moto 全新刚上市的新品，好不好？原价 999， 我们在汉会里面是899 A99， 现在舞台活动再减100块钱，只要799，再送给大家多一年的保固，以及一年的意外保固，还有我们的 Power Bank 等等，好不好？ Power Bank 以及我们三合一的充电线，还有我们小的手拿包、小的 Pouch 包，好不好？总共只有三个名额， 999的手机全新刚上市的，好不好？现在只要799，只有三个名额。来，最后倒数10秒钟，来， Moto Z 最新的，刚刚介绍的全世界最轻最薄，比苹果咬一口还轻薄了30%，功能非常的强大，反应速度非常的快。里面呢，我们给大家呢没有安装太多的程式，预装程式非常的少，所以呢，让你一直使用下来，程式也可以非常的快，记忆卡可以扩充到2TB， 照相功能1600万画素，后面随时随地可以根据我们的模组来做一个变身，不管你是想要投影机、照相机，或者是呢，我们非常好玩的音响模式，通通都可以来做一个组合。原价 999，现在只要799，再送给大家多一年的保护，以及一年的意外险，好不好？还有我们的 Power Bank 三个一充电线，还有我们小的手拿包。来，我们的 Moto Z 总共只有三个名额，喜欢的朋友们请举手，错过了就没有了，舞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来，倒数最后10秒钟，十 Moto Z 哦，九八七六五四，结束了就没有了，下去就没有了。这个前面有参加我们前面几场活动的朋友们都可以知道，好不好？只有我们现在倒数第二场的活动给大家全部的组合以及优惠了。来，最后5秒钟，五四，多少钱？现在呢，原价 999， 现在只要799，再送给大家一年的保修，还有一年的这个意外险，还有 Power Bank 以及三合一的充电线，还有我们小的手拿包、小的 Pouch 包。这一支手机是全新刚上市 Moto 最新的手机，有非常多的模组可以来做一个组合跟变化，好不好？来，最后5秒钟，五。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比苹果咬一口还要轻薄了30%，只有这一支。五、四、三，结束了就没有喽。大家都知道，刚刚我参加我们前几场活动都知道，我们今天都没有拿出，这是我们全新的手机，其实都没有做这样子的优惠给大家。然后只有我们今天 IT 秀最后一天，来，最后三秒钟，现在原价 999， 现在只要799，三、二、一，好，我们的 Moto Z， 来，最后还有一个组合是吗？还有没有一个组合是吗？来，有那个 Demo Z 吗？来，最后这个组合，这一支是我们 Moto 的 X Style， 来，就是这一支，好不好？来，原价八
299，原价899，好不好？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2100万画素的照相功能，好不好？3G、32G 可以扩充到256G，后面是竹子的贝壳所打造的，所以每一只手机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独一无二的手机。那呢，竹子做的贝壳，你用的越久越坚固，越久越坚固。紧接着有没有看到我们四个角的厚度都是不一样的，代表着什么？它非常符合我们人手掌的人体工学，所以拿起来会更加的稳固，不会拿一拿万一滑手机不小心飞出去了，而且非常符合人体工学，拿起来非常的舒服，好不好？来，我们的 X Style 来看，原价899，活动现在优惠给大家399，便宜了500块钱，再送给大家我们的 Power Bank 以及三合一充电线，还有我们小的 Pouch 包，小的 Pouch 包，好不好？来，一样总共只有三个名额，来现场喜欢的朋友们都可以拿来看我们的 X Style， X Style 原价899哦，现在只要399，好不好？再送给大家我们的 Power Bank 以及三合一的充电线，还有我们的小手包 Moto 的小手包，好不好？一样总共只有三个名额，只有三个名额，错过了就没有了。好，依然要最后倒数。我们的倒数十秒钟就要结束了，只有舞台活动时间才有送这么多哦，才有这么优惠的价格哦。我们原价是899，现在只要399，好不好？再送给大家许多的礼品，我们的 Power Bank 三合一充电线以及我们小的 Pouch 包，来，最后十秒钟倒数哦，我们的 S Style 来准备喽，3、10、9、8、7，要跟大家来讲，只有舞台活动时间才有，好不好？收下去就没有喽。最后5秒钟，5，我们的 M Style 2100万画素的照相功能，好不好？后面呢是竹子所打造的贝壳，所以呢，全世界每一只手机都是独一无二的2100万画素，3G、32G 可以扩充到256G，好不好？现在原价899，现在优惠只要399，再送给大家这一堆礼品给大家，好不好？来，最后5秒钟，5、4、3、2、1，好，谢谢。好的，那因为今天呢，我们是 IT 秀的最后一天，才把所有的组合拿出来，那就舞台活动时间才有哦。那么这一场活动呢，要暂时的休息一下咯，我们下一场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活动，会再等一下8:30。8:30的时候，今天最后一场的活动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也欢迎大家下一场的活动再一次来到 Moto 的活动现场，谢谢大家，我们待会见咯，拜拜。有点嗨啊！好，接下来呢，有没有看到呢？我们 Moto 小天使手上所展示给大家的，就是我们 Moto 最新的手机 Moto Z， 它是全世界最轻、最轻、最轻、最薄、最薄、最薄的手机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它是5.5寸，重量很轻，只有136公克，厚度只有5.19 millimeter， 比哪一些手机品牌还要薄呢？比苹果咬一口的手机还要薄了30%，好不好？来，现场朋友们想要拿看的，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非常的有质感，非常的漂亮，我们的 Moto Z。 那大家可以靠近我一点，因为等一下有礼物要送给大家，而且呢我有洗澡香香的，好不好？大家不要离我太远啊！我们的 Moto Z 是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比苹果咬一口还要轻薄了30%。好，帅哥在忙着体验 Moto Z 的同时，我赶快来送礼物给你们了，好不好？来问一下现场新加坡的朋友们，谁可以告诉我，我们的 Moto Z 是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比速度的哦，谁可以告诉我，它比苹果咬一口的手机轻薄了多少？好，恭
喜，进榜了30%，没有错。可能还不太习惯台湾主持人的主持风格，对不对？我说举手哦，就赶快举手，礼物就飞过去了，好不好？我说告诉我答案，赶快告诉我答案，礼物就飞过去了，好不好？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要再把礼物搬回台湾，通通要送给新加坡的朋友们。好，紧接着还有什么？现场非常多位新加坡的帅哥，对不对？来问一下你们，男生朋友们会不会把手机放在我们裤子后面的口袋里？会吗？那如果你坐下来或什么之类，会不会担心手机会弯曲？会吗？来，我们的 Motorola 是航太铝合金打造的，航太铝合金打造，所以非常的坚固，非常的耐用，绝对不会有弯曲或变形的情况产生。为什么？听到航太两个字就知道一定非常的坚固，非常的耐用。为什么？请问一下，太空说太空船飞到外太空可不可以坏掉？不可以哦。所以呢，航太的材质呢一定是非常坚固，非常耐用了。接下来还有什么？来，等一下呢又比谁举手举得最快，就用礼物送给大家了，好不好？那如果有想要小天使签名照的朋友们也可以举手，好不好？来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呢买手机的时候有没有一种体验，一种状况，就是哇，我新买来的手机啊，我在使用的时候速度都很快，反应都很灵敏，对不对？然后打开程式都非常快速，但是呢我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下载了越来越多的 APP 之后，你的手机会怎么样？诶，好像有点慢慢的，对不对？打开程式还要等个2秒钟，有这种困扰，觉得非常伤心，非常难过，非常生气的朋友们举手，我看一下哦，举手举得很快，好不好？来，举手举得很快，送张签名照给你，一定要捞一张签名照，等等等，我的签名照呢？哦，来，好不好？送个小礼物给你啊、哦！这个7月份贴在厕所很好用，好不好？哎，我刚讲到了哦，好，所以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在我们 Motorola 的身上不会发生，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安卓的原生态系统。什么叫安卓的原生态系统？就是我们预装的系统非常的少，所以你们资料装在里面会怎么样？很安全之外，你即使之后再下载了很多的 App 之后，它依然反应速度很快速，非常的灵敏哦，所以不会有慢慢的这个。的情况产生了。紧接着我相信现场如果有跟我一样喜欢拍照，我们在休息室中在干嘛你们知道吗？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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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呢忙着拍照，是不是记忆卡的容量很重要？我们的 Motorola 它可以扩充到 2TB， 可以扩充到 2TB 哦，好不好？所以呢它的容量非常非常的大，可以从小拍到18岁的所有照片通通都可以放进去，没有问题。因为最后一场我不想要把礼物带回家，所以特别要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了。来，现场所有新加坡的朋友们，谁可以告诉我，我们 Motorola 呢，它的记忆卡可以扩充到多少？来，你居然回答了，就赶快先送一个给你了，好不好？我们想说现场有这个300位同胞都很想要，想要再重新一二三，再等我一下哈。紧接着它还是一支什么？4+3G 双卡双带手机，4+3G 双卡双带手机。如果现场有新加坡朋友想要购买双卡双带手机，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规格。为什么？因为外面有很多双卡双带手机是4+2G， 差别在哪里？来，如果我使用的4+2G， 两张卡，对不对？一张卡我在收讯息在运作的时候，其实另外这一张卡是没有办法运作的，你的电话简讯是进不来的，所以我们 Motorola 给大家的是4+3G， 所以两张卡可以怎么样同时的运作，同时的使用哦，让你重要的电话、重要的讯息、重要的简讯绝对不会漏接，好不好？绝对不会错过哦。所以给大家的是4+3G 的双卡双带手机。紧接着还有什么？我觉得我们 Motorola 真的很贴心，我们希望呢可以更符合所有大众的需求，让你们使用手机起来更加的轻松，更加的简单，更加的便利。所以我们还有 Motorola 的智慧手势功能。什么叫智慧手势功能？来，很简单，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你们的手机要打开最简单的手电筒功能就好，你们要做什么步骤？先解锁，按进去，找一下手电筒的功能，打开才会亮，对不对？哦，来，马上请我们小天使来示范，要睁大眼睛哦，动作很快哦，来示范什么叫做 Motorola 的智慧手势功能，开启手电筒，哦，只要摇两下，手电筒就可以打开喽。那怎么关起来？再摇两下，没有错，很聪明，再摇两下，你已经有礼物了，对不对？所以赶快送你一张。7月份很好用，可以辟邪的主持人签名照给你。哎，干嘛笑得这么开？里面有你的啊，好不好啊？来，那呢，可能有人说主持人。
手电筒的功能，我一年365天，我只会用到2天，停电的那2天，对不对？可不可以智慧手势开启其他功能？可不可以开启相机？可以哦，来，马上再请我们的小天使来帮大家示范喽。不需要按任何的按键，一只手摇一摇就可以开启相机的功能了，好不好？刚刚手电筒是上下，相机左右，而且它很聪明，多聪明！第一次打开的时候是后镜头，再摇一次变前镜头啊，好不好哦？所以呢，让你一只手摇一摇就可以来使用手机的功能，可以做到这样的地步，代表着什么？我们摩托利里面给大家的晶片规格都是非常非常的敏锐，非常非常的敏感，感应速度非常的快，才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嘛，对不对？甚至呢，我只要手一挥过去，它立马就会显示时间的效果，所以它的反应灵敏度是非常快的。好，既然打开了相机，我相信现场的朋友们就想要知道，那到底 Moto Z 的照相机功能强不强大了，对不对？像我们啊，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拍美丽的照片放上 Facebook，对不对？然后呢，为了要怕所有的粉丝吓到跑光光，我们拍一张照片还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修图，有没有很辛苦？所以照相功能很重要哦。来，我们 Moto Z 有1600万画素，1600万画素的照相功能之外，有 f1.8 的大光圈，还有双色温的闪光灯，所以可以呢，让你怎么拍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动人，再也不需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来修图了。那么我相信大家在选择一支手机，除了外形轻薄漂亮、功能强大、照相功能很厉害，还有一个东西你们会考虑什么？电池的续航力，对不对？不能手机很快的就没电了，我带一只手机出门还要带1、2、3颗的行动电源，好重哦，对不对？来，我们 Moto 的这个 Moto Z 有极速快充功能，什么意思？充电15分钟就可以使用7个小时，好不好？充电15分钟就可以使用7个小时，所以再也不用每天早上赶着要上班的时候，什么？我的手机只有50%的电量，我又赶着要上班，快迟到了，再充5分钟好了，很辛苦，或是要带很多的行动电源出门，对不对？来，所以马上呢就要再送礼物给大家喽，比谁举手举的速度最快了，来，谁可以告诉我 Moto Z 的极速快充功能，充电15分钟可以使用几个小时？好难抉择哦。好了，站很久，从昨天晚上站到现在，很辛苦，好不好？来，15分钟可以使用几个小时？7个小时，恭喜。好，摩托利介绍到这边。全世界最轻最薄，好不好？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非常的快。Moto 智慧手势功能，照相功能1600万画素，而且非常的坚固，非常的耐用。讲到这边看到它，你们是不是已经非常喜欢、非常心动了，好不好？但是它最重要、最厉害，别家品牌绝对做不到的功能，现在才要开始做介绍哦。来，紧接着我们 Moto Z 呢，还可以跟着你们的生活上面的需求，随时随地来做变身。怎么样做变身呢？来，有没有看到我们后面有16个 pink， 我们电池接点，所以呢，它可热插拔，不需要关机，随时就会做变身的动作，1秒钟就可以来变身了。来，首先第一个变身，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喜欢用手机听音乐的举手，我看一下。啊 ，kbps。只有你，我知道新加坡要换一个主持风格。来，喜欢用手机听音乐的朋友们，不要举手哦。很好，大家都很喜欢用手机听音乐，对不对？来，如果呢，我喜欢用手机听音乐，没有戴耳机，在我们 IT show 这个状况下，环境音非常的多，非常的吵杂。哦，所以呢，这是我们手机的音量。来，马上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变身道具，我们的音响模组，给大家是 JBL 的喇叭。来，马上现在让你们手机1秒钟瞬间变身成为超专业的立体声音响，睁大眼睛看，千万不要眨眼睛哦。马上要让我们的 Moto Z 变身成为超专业、超厉害的音响。哇哦，1秒钟只要轻轻扣上去，瞬间让你们手机变身成为超专业的立体声音响。好，所以呢，这样子呢，以后出门要不要再带蓝牙的喇叭了？不需要，对不对？但是 Moto 很贴心，多贴心，这样拿久了手会不会酸？
会嘛，他手很酸，对不对？来，这边还有一个手机架，只要打开就可以放在桌子上。哎，刚好最后一场有个桌子给你，好不好？跟这个放在桌子上，所以随家大小出去郊游、野餐、露营的时候，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来做一个音乐上面的分享了。即使有电话进来，我们的免持听筒功能也非常非常的强大。来，紧接着还可以做什么变身？问一下现场有没有商务人士？商务人士平常不要开会，开会会不会用到投影机？跟客户开会、跟老板开会会不会用到投影机？会嘛，对不对？但是投影机你有可能带着走吗？不可能，对不对？来，马上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投影机模组。投影机模组依然一样哦，只要一秒钟的时间，让你们手机瞬间立马变成超专业的投影机，好不好？来，轻轻一扣，打开之后马上变成成为投影机，它可以放大到70寸，放大到70寸。请问现场所有新加坡的朋友们，有了这个模组，你们还需不需要花钱买40寸、50寸、60寸的液晶电视回家？不需要了，对不对？而且它可以放大到70寸哦。那家里面如果有电视宝宝、手机宝宝，什么叫电视宝宝？喜欢看电视的小朋友，电视宝宝；喜欢滑手机的小朋友，手机宝宝。不要再让他们直接用眼睛对着电视、对着手机屏幕了，非常伤眼睛。好，所以可以来让他们来观看这样的一个投影效果，顺便可以保护他们的眼睛。在家里面不需要再买60寸的液晶电视了，因为呢，它可以放大到70寸。70寸，所以在家里面只要一片白白的墙壁，对不对？然后呢，可以呢买一个爆米花，买一杯热拿铁，就可以轻松的在家里面变成电影院的一个效果了，好不好？一样，一秒钟的时间就可以让你们手机变身成为超厉害的投影机。其实接着还有什么呢？如果大家对于电池的需求，电池的需求非常非常的这个注重的朋友们怎么办？来，我们有电池模组，电池模组一样，轻轻一秒钟扣上去。你的手机的电量瞬间马上就可以多用一天都没有问题了，好不好？接下来还有什么？我刚刚有讲，我们两个拍照照片要花一个小时修图，对不对？所以呢，照相功能很重要，一台好的照相机很重要。但是你要再多带包包里面再多带一台照相机吗？好重好重好重，怎么了？你有疑虑吗？你是怀疑我包包里面有没有照相机是吧？你要跟朋友聊天一下。好，来，马上相机模组。好，那我们相机模组很厉害哦，在镜头的部分不是给大家随随便便的镜头，我们给大家的是瑞典的哈苏镜头。如果你是专业照相机的玩家才会懂这个品牌，但是我只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就会知道这个镜头到底有多厉害了。人类登陆月球所拍的第一张照片就是使用哈苏镜头，人类登陆月球所拍的第一张照片哦，很重要，对不对？一定要拍得清楚，对不对？不然又要再去一次。所拍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哈苏镜头，然后所以一样哦，仔细看了，只要一秒钟的时间，让你们的手机瞬间变身成为，来，后面的朋友们往前面站一点，好吧？后面有车车要经过，后面有车车要经过，来，往前面站一点，往前面站一点，来，马上睁大你们的眼睛，让你们的手机瞬间一秒钟变身成为超专业、超专业的这个微单眼相机，噔噔，就这样子哦。所以呢，我们哈苏镜头有10倍的光学变焦之外，还有什么？闪光灯也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有没有去看过夜景？哦，都有看过夜景，对不对？哇，夜景气氛好好，好漂亮，好美丽，想不想把夜景带回家？想。但是呢，可是夜景很难拍，对不对？为什么？如果我不开闪光灯的时候，夜景拍进去了，但是人的脸怎么样？暗的非常暗，对不对？还看半天，想说我到底是跟哪一任的女朋友去看这么漂亮的夜景？那开了闪光灯，只有你中，有中你的笑点是。开了闪光灯之后，人的脸拍得清楚，但是后面的夜景怎么样？就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呢，只要使用我们的相机模组哈苏镜头，搭配上超专业的闪光灯，可以帮你们把人拍得清楚之外，后面的夜景也可以拍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漂亮，好不好？美好的回忆通通带回家了哦。紧接着还有什么？它有非常多的背盖，所以一秒钟随时都可以来做一个更换，根据你们心情。还有什么？我们温和希望以后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可以写信给我们许愿，看你想要玩什么模组，好不好？来，可以根据你们的需求来研发更多更有趣更好玩的一个模组给大家，像是我们即将要推出的就是 VR 眼镜的模组哦。还有什么？听说是印表机，新加坡是讲印表机吗？打印机，打印机，列印机，列表机，
都没有猜对，是不是？还要准备要出呢印表机的模组，还有什么？还要出带给大家游戏机的模组哦。那我们小天使摸头小天使，台湾来的摸头小天使，很喜欢吃零食的摸头小天使也许愿了，他希望以后有贩卖机的模组，好不好？我们要认真的研发制造给大家。所以呢，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模组，但是第一首先要先怎么样？先拥有我们的 Moto Z 好不好？先拥有我们的 Moto Z 给大家了，所以现场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这一场是我们 IT 秀的最后一场活动了，所以马上来跟大家来介绍我们 Moto Z 在我们 IT 秀舞台活动时间才有的非常特别的折扣给大家，好不好？来，刚刚介绍的我们的 Moto Z Moto Z 哦，来，我们原价是 999， 原价是 999， 那么我们 IT 秀特别做了一个价格，就是 A99 特别在舞台最后一场活动，特别在舞台给大家呢我们的799 全新的手机799的价格，当然再送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在忙什么？好，再送什么舞台活动才有哦，再送给大家多一年的保固，多一年的保固，还有一年的意外保固，意外险的保固，再送给大家什么？再送给大家我们的 power bank， 再送给大家，再送你们什么？JBL 的耳机，好不好？好不好？哦，所以原价 999，现在舞台活动时间最后一场活动了，给大家799，再送给大家这么多的奖品，但是呢，总共只有三台，总共只有三台的名额，好不好？结束就没有了哦。所以有喜欢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 Moto Z， 好不好？给大家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比苹果咬一口还轻薄了30%，可以瞬间根据你们的需求来做一个变身，各式各样的模组。那么模组呢，在我们 IT 秀呢还有 15% 的 discount 给大家，说不管你们想要相机模组、投影机模组还有冰箱模组，通通都可以来做一个选择，好不好？舞台活动时间限定只有三台的名额，好不好？ 999， 现在呢我们在活动时间只要 799 给大家。好，接下来马上要送礼物给大家了，好吧？哎，为什么还这么多礼物要送给大家？来，紧接着呢，马上邀请现场的朋友们上来跟我玩游戏了，好不好？哦，我们从台湾带了小礼物要给大家。那玩游戏一定要什么？要有道具，对不对？来，马上跟大家快速的介绍，我们等一下游戏的道具是一只手机。好，我们呢这个 Moto 的 S Fox 来，2100万画素的照相功能，电池使用时间更长，一样呢有智慧手势的功能，智慧 Moto 智慧手势的功能之外，最重要的是睁大眼睛看哦，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台荧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荧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好不好？哦，来，我们的 S Fox 来，现场请小天使帮我找几位观众朋友们帮我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手机，是不是真的手机？因为呢，我们两个是从台湾来的，所以在 IT 秀第一天，全新的包装拆开来，本来有一张膜都还没有撕掉哦，但是因为已经摔了三天，那张膜受不了了，好不好？让大家来检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手机？是不是真的手机？而我们的 S Force 也是目前全世界市面上唯一一只荧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好不好？来，接下来我想要征求朋友们上来帮我体验一下，是不是真的摔不坏的，同时跟我们进行游戏。有小礼物要送给大家，好不好？我们也准备了小天使的签名照给大家，好不好？来，谁想要来体验？来，这位朋友来台上请。好，那当我们玩游戏呢，我相信现场所有新加坡的朋友们都很聪明，对不对？都很厉害，对不对？所以游戏如果太简单，你们一定觉得没有挑战性，不想要参加，对不对？好，来，这位朋友们，等一下呢，要麻烦你呢，把手机平平的超过你的身高，然后怎么样？地上有一张从去年贴到现在的贴纸，从去年的，所以呢，等一下呢，超过你的身高哦，瞄准它哦，下去的同时，哦，哇，我第一名耶！盖到贴纸面积超过 50%， 就可以把礼物带回家了，好不好？好不好？来，这样子有了解了吗？来，准备咯，因为要平平的才可以把面积，好不好？来，3 2 1 go。 哎呦，没关系，来，现场的朋友们这样有没有过关？有，新加坡的朋友们人好好，来送你一张签名照还有一个小礼物，谢谢。来，接下来还有没有谁想要上来挑战的？这位美女，美女要不要上来挑战一下？来吧，来吧，来吧。
美女可能对我们的签名照没有兴趣，但是带回家七月份很好用，好不好？趋吉避凶。好，知道游戏规则了，好不好？好，来准备喽，准备好，瞄准好，瞄准好就够了，好不好？来准备了，三、二、一，啊！来，这样子有没有过关？有，新加坡朋友们真好，这样就过关了，好不好？谢谢。好，接下来还有没有谁想要挑战的？是不是？哦，好了，没有人想要请，想要挑战吗？Challenge game, challenge game. OK. Let's play here. Go. Oh, yeah, very good. 来 ，Thank you.接下来呢，马上呢，现场的朋友们，来，我们全世界目前唯一一支荧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摔不坏的手机。好，我们的 S Force， 紧接着马上哦，我们 IT 秀最后一场活动了，我们 S Force 呢也有优惠组合给大家，原价 999， 原价 999， 现在五台活动时间，五台活动时间只要 499，499 再送大家什么？多一年的保固。以及一年的意外险保固之后，要再送给大家什么？送给大家我们的 Power Bank， 好不好？ Power Bank 给大家，还有什么？我们 JBL 的耳机，好不好？只限量只有三台，只有三台，原价 999， 现在舞台活动现场只要 499，499， 好不好？喜欢的朋友们，喜欢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旁边的小天使举个手，给大家看一下，哎，就是你了，好不好？还怀疑，好，如果有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旁边的小天使，好不好？只有三个名额，三个名额，最后三组，我们全世界来跟你说说看了，全世界唯一一支荧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 S Force， 原价 999， 现在只要 499， 再送一年的保固，多一年的保固，还有一年的意外险，还有 Power Bank 以及 JBL 的耳机，好不好？那我们的 Moto Z 呢，只要799啊！来，紧接着最后，怎么了？还有一家，来，接下来最后的特惠组，还记得刚刚的优惠吗？我们的 Moto Z 全新刚上市的 Moto Z 999，现在只要 799，还要送给大家一年的保修，一年意外险啊，还有 Power Bank 以及三合一的充电器，还有我们的小的这个手包给大家。来，最后这一款手机。我们的 S Style 好不好？原价 A999， 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2100万画素的照相功能。那最特别是呢，我们的背盖是用竹子所打造的，所以每一只手机呢，在这个世界上来讲都是独一无二的。那我们为什么用竹子的材质来做背盖？因为呢，这个材质你用的越久越坚固，那里面是3G 32G 可以扩充到256G 啊。接下来有没有看到我们四个角的厚度是不一样的？四个角的厚度，手机四个角的厚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样非常的符合人体的工学哦，所以让你握起来呢，可以呢手腕比较不会酸痛哦，比较轻松给大家，也不会滑手机滑一滑不小心咻就飞出去了。我相信很多手机都是因为这样子而裂开了，对不对？来，这支是我们的这个呢 S Style， 来原价 A99， 好不好？最后这场活动呢，仔细听喽，好不好？只要399 399 399，再送给大家什么？送给大家什么？我们的 Power Bank 送给大家 ，Power Bank 送给大家，还要送给大家什么？我们三合一的充电线，这个线很棒啊，可以充手机，又可以充行动电源，好，又可以充电冰箱，没有了，好不好？三合一的充电线，还送什么呢？来送给大家呢，我们 Moto 的一个小的 pouch 包，小的 pouch 包长这样子，非常有质感，非常有漂亮，好不好？送这么多东西，而且呢，价格原价是 A99， 现在只要 399，399 一样只有三个名额，好不好？错过了就没有了，错过就没有了。所以现场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赶快找我舞台旁边的小天使，舞台旁边的小天使，可以赶快举手，找我们舞台旁边的小天使。
这次呢，我们 Moto 呢，在我们这个新加坡的 IT 秀最后一场的活动了，给大家的优惠组合就是三只手机，总共呢只有三个名额，给大家，好不好？来，再一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好不好？来，首先第一支我们活动呢，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 Moto Z， 好不好？比苹果咬一口还要轻薄了30%，成本小了30%，而且非常的坚固，航太铝合金所打造，非常坚固，非常耐用，反应速度非常的快，非常的灵敏，还可以添加非常多的模组，一秒钟就可以让你的手机做各式各样的变身。全新刚上市的手机，我们的 Moto Z 原价999，最后这场活动了，只要799，再送给大家什么？多一年的保固，还有一年的这个意外险的保固，还有我们的 Power Bank 以及三合一的充电线，还有我们小的 Pouch 包，好不好？好不好？只有呢最后一支，给大家 Moto Z 全新的，好不好？非常有质感，全世界最轻最薄的手机 Moto Z， 剩下最后一支给大家。来，紧接着我们的 Xbox， 好不好？来，全世界唯一一支萤幕绝对摔不坏的手机，好不好？原价999，现在只要 499，再送什么？送一年的保固，还有一年的意外险，以及 Power Bank。以及 JBL 的耳机 好不好？来，剩下最后一支Xbox 全世界随意摔不坏的手机好不好？原价999，现在只要 499，好不好？来，送这么多，通通 only one， 最后一支 last only one 的手机，好不好？来，接下来最后S-Style 主旨所打造的，全世界每一只手机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只手机，好不好？而且非常的坚固，非常的耐用，2100万画素的照相功能，原价 A99， 现在只要 399，再送给大家什么 Power Bank， 好不好？还有我们三合一的充电线，以及小的 Pouch 包，通通送给大家，原价 A99， 现在只要 399， 好不好？也剩下最后一只，给大家，所以有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赶快呢，小天使猫哪去了，好不好？可以找我们的这个啦，我们 Moto 的小天使好不好？来，错过了就没有了。来，最后10秒钟，好，现场有这个外国的朋友是不是？来，小黑去哪了？小黑好，哎呦，不要这样，人家英文不好嘛。好好，来，现场呢，来有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啊，来请这个 English。Okay, right now we are giving away X-Force. Okay, X-Force is the unbreakable screen from 200 meters, you drop down, it doesn't break. Okay, X-Force, 200 meters, you drop down, the phone doesn't break. Okay, there's the live demo, 200 meters, it's test, being proven, it doesn't break actually. Okay, right now we are giving away lots of offer with the phone itself. We are giving away a free power bank. That's right, okay? We are giving away a free Lenovo's original power bank. Now for $39, okay, right, that's right, okay, $39, or worth $39, we are giving away a free power bank. Together with that, we are giving away a JBL original earpiece, okay, JBL original earpiece, which is at $79 of market price, that's right, okay, they are selling at $79, but right now we are giving away a free JBL. So we are giving away extended warranty, okay? 1 year of extended warranty. That's right, okay? We are giving away 1 year extended warranty, okay? For X-Force, the best price, okay? Original price is 999. Okay, original price is 3999. Okay, 999. But right now, okay, our show price was 599. But right now, we are giving away a crazy, crazy deal. On top of my JBL earphone, on top of my Lenovo original power bank, together with my 1 year warranty and 1 year ADP, I'm giving you, yes, 499. That's right, again, only one piece left, again, 499. That's right, again, interested member, 499. Again, one piece sold, okay? Okay, one piece sold. Yeah, well done. Okay, next up. Yes, next up. Okay, one more piece left. Okay, 499 X4.
Force, okay? X Force, latest question by Moto, unbreakable screen tested up to 200 meters distance, okay? 200 distance meter, non-breakable, 3, 9, 9. What's coming up with this? It's a free JBL earpiece, okay? Free JBL earpiece. Warranty right now, 4, 9, 9. Next shot, okay? 4, 9, 9. Only one piece, okay? Only two pieces. One more piece, 4, 9, 9. Even 4, 9, 9. Yeah, no, okay, 4, 9, that's coming, another color, okay, 4, 9, 9, okay, one piece, so, okay, next up. Okay, next stop, we have also the latest question, X-Style, that's right, okay? The phone itself has a style on it, X-Style, okay? Model X-Style, right there, the lovely lady's holding on, X-Style, Model X-Style. What comes free with it is a free Land Rover power bank. Yes, we are giving away a free Land Rover power bank together with Moto's original pouch. Okay, we are giving away Moto's original pouch, that's right. Okay, on top of that, we are giving away 3-in-1 charging cable, which is exclusively from a Singapore Airlines. Okay, Singapore Airlines is selling it at $79, but right now we are giving away a very, very awful special great promotion, only free. Okay, free right now. We are giving away only all these three items free with the wonderful price. Okay, X-Style retail price $899. X-Style retail price $899. Right now, together with all these free gifts, okay, I offer this one $799. Okay, $499. That's offer $499. Remember, my retail price $899. That's not what's $499. But right now, more and more crazy. I'm going with $399. Anybody else to sell? Yes, $399. X-Style, Moto X-Style, 399, a free power bank, a free JBL, free power bank, free pouch, and a free 3-in-1 charging cable from exclusive view from Singapore Airlines. That's right, okay? Singapore Airlines is selling it at $79. Now we take a look, sir. Moto X-Style, Moto X-Style. Only $399, $299 for those guys. Listen, similar. $399 extra. Okay, do not regret after you go there. I don't mind if I buy this. Okay, right now, only crazy deal. I'm giving you $399. Right now, yeah, $399. Anybody, $399. Only one more set. Okay, only one more set left. Okay, one more set left. $399 right now. Okay, so anybody, $1,399. Retail price $899, but right now $499, but I'm going with below than that, $399. X-Style, you want to take a look? You want to? $399, X-Style, $399. Right here, okay, $399, only one piece left. Anybody interested, come inside. Put the play, okay, one by a gun, okay, well done, X-Style. So next up, we have a Model Z. Next up, we have the latest flagship model, Moto Z. That's right, okay, Moto Z, or Z, for those who want to call it Z, Moto Z. It's our latest hot selling phone, okay? Moto Z is our latest hot selling phone. Wow, so many free gifts. We are giving away lots of free gifts. That's right, okay. On top of this, we're giving a lot of more free gifts. Moto Z, okay, wonderful phone, $799, $799, $999, what's coming with it? A free 3-in-1 charging cable, again, exclusively from Singapore Airlines, is selling it at $79, but right now I'm giving you free, again, Singapore Airlines is selling it at $79, but right now I'm giving away free. Okay, $79 right now free. Okay, watch on top, we're giving away Motorola's carrying pouch. Ah, free, $79 carrying pouch, also goes to you free. On top of that, we're giving you 1 year additional extended warranty at 1 ADP. Once more, we're giving you one Lenovo power bank. Okay, original Lenovo power bank, and only a price of $799. We have two free gifts inside the box, is a cover bag, food cover, and we have a free cover and a bumper inside the casing, okay? All those price only $799, okay, $799, last
1 more email is 799. Anybody interested? 799. Okay, one interested. Another one more. 799. What do you see? One more, okay. 799. Right now, okay. Everybody, 799. Okay, thank you. Just good, man. Okay. 没事。OK。本来是想要拿魔术的。好，我们的魔术镜呢，可以随时根据你们的需求来做一个变身，让你的 telephone 呢瞬间变成我们的相机 camera， 很好，一秒钟的时间就可以来做变身了哦。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 Moto 的摊位走一走哦。那我非常开心从台湾来到我们的新加坡，跟所有的朋友们来见面了。最后一天的爱丽秀已经结束了，谢谢大家热情的参与。那我们有机会明年再见，拜拜。